你们好夸张哦！我刚刚开局全靠捡，这次开局全靠捡。送出邀请，二零零的送出邀请，二零可以加我们好友，加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。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，开台喽！谁说杀人？我回来就看我戏搞笑。嗯，应该是我猜是 H 之间的内斗吧。对呀、啊，我看到是波波杀我的，小姨帮我杀他。我不是你找不到我，找不到我。天哪，我看到人拿着棒子到处走，好可怕。可以啊，可以拿棒子啊。拿狙击枪到处跑。好凶哦。哦，可是我们死了的，好像会看到杀手是谁吗？看不到。我们在你。哎、欸，还是因为那是你解扫啊？等等，你死在哪里？我可以去验证。哎，繁、欸、星，你血是满的吗？没有，我摔到死。小雨也是没有满吗？哦，所以那是血量。欸、我看到，哦、我看到尸体是要按什么啊？按你要 auto 哦，有，好这样子 auto 加一 auto 加一有吗？有吗？按 tap 可以看到了，它出现一个选项哎、欸、，missing 看他的身份吧，你可以看他的身份、嗯、这样子，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，call detective 哦，你是叫那个那个侦探叫侦探来哦。那、啊、我们侦探应该是可可啊，那好，这好多英文哦，哦这个是好复杂。等一下啦，再看啦、哦、等一下啦，还搞不清楚啦。那你为什么杀我？没有人死了耶，死一堆人啊，直接逃过了，没有差吧？八点啦、啊，一堆尸体啦，八点哦，八点了 ，Gmode time， Gmode 时间，让大家来体验。体验挑战这个模式叫 TTT 模式啊 ，TTT， 对，它简单来说其实就是那个 Hive 里面的谁是凶手，嗯哦，就如果没玩过，就是如果想成 Happy 手的谁是杀手的话，就变成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互打，而且是要捡场上的枪去打。但如果你是好人，你打到好人的话，它游戏里其实会有一个叫做 Gamma 值，就是理智值会下降。哦、对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尽量就是不要乱互打，就是你要确定他是杀手，他是坏人，你再把他杀掉。那你杀掉他，你还会伽马值上升这样子。哦，好，对。那他游玩的话，他一开始会告诉你说，哎，哪一个可能一或两个人是侦探？侦探的话会显示出来，就是蓝色的 detector， 大家就会知道他一定是好人这样子。那凶手的话就会显示那个。凶手的名字，那 invisible 是什么东西的？哦，那个 pedal 的 ，invisible，T 什么的。那就凶手彼此两个人会知道他们伙伴是谁，那他们就要想办法捡枪杀死大家、嗯、这样子。哦，好。那比较特别就是，只要有尸体的话，我记得好像是侦探可以来验尸，就是验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好，比方说，我可能被一个人杀了，我就说没有，我那个。杀我的人可能说他是看我是凶手才杀、啊，那侦探就可以来验尸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。嗯、对，哦，大概就这样，我们玩了就知道。玩了就知道。好的。今天有杀爆大家吧，坏人，坏人。小影的伽马值是不是很低啊？对，他一千呢、欸，我可懂。现在大家的伽马值是一千啊。哦，没杀错人、啊。我死了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身份了，你没有吗？我是按 tab 可以看到所有小雨跟喵哈不是吗？所以死了不能说，哦、欸、哦，所以我没有看到其他人哦，所以我是警探吗？好像不是，你已经死了，哦死了哦哦哦，不是哦，原来我是哦，对你是，躲下我整个就是已经找一个洞先钻起来，你知道？你要赶快去捡枪啊！枪在哪里啊？好麻烦哦。哎、欸、哦，嗯，可以出来让他有一盒那个子弹啊，就是直接捡进去。可以那个出来给大家发一发。不是，这个枪怎么了？没有，这个已经有了，你已经满了吧？你一二三按按看，你三加十六，八加十六，
是什么？八加十六，你是八加九，你是八加十六，八加十六，八发备弹十六，就这么简单哦。哎呦，打啦，打啦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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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不会左键吗？不是同伴，我是飞行枪。我不是啊，我只是一个混乱的好人而已。而且 innocent win 哎，对啊 ，innocent win 哦 ，T 哦，杀手是别的 ID 吧？所以这不、啊、我这个是好正常的是吗？我只是在乱杀人啊。可是 Tap 你是坏人呢、欸？对啊，你 Tap 你是 terrorist 哎、欸，恐怖分子。不是这个游戏，其实坏人才是好人，好人是坏人，好人是要扮演间谍，要击杀坏人的意思。其实是这个意思啦。没有 ，T 就是正常的玩家啦。哦 ，T 一是正常玩家哦。你看我们现在九个人全部都是 T， 没有绝六组。你看我们角色是歹徒，现在还在准备中啊。T E R 是正常的 ，T R A 是坏人的。对，好，想要等一下时间到才会告诉你说。我可以不管抽到哪一个都玩躲猫猫啊。可以啊，我在玩就很累。对啊，哎，好多人，是应该神啊。现在有没有 Tape 可以看到？蓝色的杰克就是侦探，蓝色的哦，对，那杀手也会知道，你在左下角会显示，如果你是好人就会是绿色的，坏人就是黄色的。哦，不要场外拼音，不要恩恩，不要等下好人死掉，不会，好，杰克死了就杀我好不好？你们都去哪里找？是地上随机都会有武器，会有你碰到就可以捡起来了啦，会有子弹或什么的。爸爸，你什么？你感觉很坏、啊，爸爸？哎、欸，我被打，我很棒被打你啊！你被打，你很棒被打你啊！这里有枪，爸爸。好啊，第一题，关心是不是你打的？安全，安全。你被打到我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把我锁在？不要，不要让我再。你刚刚又听到开枪声啊？我觉得很可以。让我出去。我们三人正性联盟，四人正性联盟。没有，等下只要有人经过这扇门，我就杀。你真的吗？你真的吗？你是好人啦、啊！我死了就 biu biu。哎，你是谁？看得到人的名字吗？对啊，对啊，看得到啊。所以小影刚刚是乱杀，你现在伽马值超低哦。我现在有吗？我伽马值低，你命中率会很低哦。你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伽马是596，伽马值越低，你命中率会越低哦。哦，真的？对，我这596好低哦。而且你看你分数还扣很多。对，所以你乱打人，甚至乱杀人，尤其乱杀人就会扣分，扣伽马值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他会。延续下一局就是了。对，会延续。每家的，会延续哦。在乱啊！我拿到一个客人也不知道什么。杰克是坏人，好人。哎，现在只有杰克是好人。我是一定是好啊。可以把武器丢。你有没有枪？我枪，杰克有。被揪出来。我枪。你有杰克吗？我刚才讲什么？你有杰克吗？你有杰克。他是一把枪吗？杰克。人人都有杰克。然后他时间到，好像这坏人就输了吧？对，他会有倒数时间，都要杀人，杀人会延续时间。哦，波波，你的很像喷火枪哎。对啊，我是把那个现在 Apex 里面最火红的重型子弹。哎，开枪声，开枪声，开枪！开枪声，那个哪里？哦，谁？哎，你们的耳朵都好好。哎，我没听到哎。有，我在打箱子。有很大声音。我在打枪的，没有人死啊！我在那乱射的啊！妈祖绕境了。哦，你在射箱子哦？对啊，外面有血迹耶！我没看到哈记耶。哦，你是不是坏人？这里吗？嗯，刚刚他躲进去了，他跑进去了。谁？谁？巧克力吗？巧克力追谁？我没有，巧克力在追谁？打箱子。我没看到你们。我们屁股被人家偷。你们在干嘛？我现在干嘛？你们左下角只要不是 I N N O 就是有职业哦。对对，杀手基本上是红色的吧？记得香菜，香菜，你是什么？是那个吗？要不要？不是，我是好的，我是好的，是吗？我就是最经常出不太去。香菜，我是啊，你的真？你要躺地板一下。是黄色的，是黄色的字。嗯，还要蹲下走？好白痴哦！哎，我们走丢了。谁不在这里？二零都不在哦。二零刚刚没在我旁，在我们在这里。二零在我跟杰克这。我相信我们。谁不在？我觉得我要把枪声调大。我躲起来了。我找不到人啊！你们在哪里啊？香菜没见，我们就在你后面啊。就在我后面。他这么想杀我们，他找不到人，他一直往前。
会不会把我们两个都灭口了？问强，小雨，我们让不理智的小雨去跟他对峙。不理智，我好笑。等一下，我是谁？他们可以帮助的。哎，有死掉尸体。刚刚这边谁？死掉尸体，你死掉你在哪里？这里。我们刚刚第一次聚集的地方。第一次聚集。外面啊。我们都没有看到你。在哪？在房子里哦。哎，你可以检查，只有侦探一个人落单。哦，对，怎么看啊？落单一，谁死了？繁星死了，繁星死了。哎，刚刚是谁啊？是谁？哎哎哎！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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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门后，我在门后，我先关。很快耶！冲啊冲啊！谁打？谁打？冲啊！别冲！别打！别打！我操你呐！这看不清谁闹的，真的吗？他死了？他死了吗？哎，他结束了吗？他死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哦。所以刚是谁杀？二零啊。二零。哎，我被杀，我被杀。这是喵哈了，喵哈喵哈。死了就不能讲了。坏了。哎，好难换武器啊。对，喵哈跟二零啊。哎，二零很心机耶，完全不讲话。哇。其实我还在看他界面到底是什么哎。你还在看尸体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知道。我想说你们这一排就是刚好开枪，好像蛮方便的。因为我们也在看尸体，然后换后面就一个色他写繁星是一个神，然后死在一分十四秒前死掉，被冲锋枪打死，被爆走。对，哦，还有冲锋枪，所以就可以看谁拿什么武器这样子。哦，完全不会认武器，救命哦！二零在哦什么？你杀人呢？对啊，而且没有他的九分哦，很高。我刚好重整聊天室，他又杀我，我就哎呦，林，坏人，坏人，刚好那边没有人。哎，我拿到喷火枪了。哎，喷火枪很稳哎。真的吗？我要去拿狙击。我刚刚看到梯子很不会爬，梯子怎么爬？我一摔死了。W S T 就好。法法，你是好人，从梯子上摔下来。我是好人。哎，死了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而且我相信你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你拿走枪了，我这边枪拿了。我们去厨房。哎，所以你们是看得到侦探的吗？侦探是没有的，就你呀。侦探可以，是你呀？哎，快点！为什么走一走我就醒了？走一走！你别找他，你别偷打你啊！没有，你那边会露出来了。露出哪里啦？你要露什么啦？哦，躲这里，躲这。等下，魔法棒棒哎！第五个物品是干嘛的？可以把尸体拖走，你还记得吗？会跳舞。拖尸体。可以拖尸体。嗯，哎呦，你应该不会杀我。哎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哎，有人在打。巧克力吗？外面。跑跑，安堵住，我死掉。没有，你看在那边吗？死了就没办法。我怎么就是巧克力啊？哎呦，波波西！哎，他没回。巧克力是不是你？我在外面呢，我没有。你刚经过两个，有两个死掉哦。哈哈哈！经过两个都死掉哦。我没有经过人啊。哦，你吧。是在外面，旁边没人呢。完蛋了！我刚刚在外面找那个狙击枪，狙击枪被你拿走了。你是不是用狙击在狙？没有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我拿着那个拐杖在走。有小丑，有小丑。小丑拿那个 shotgun 的人，不是他卡到我的啦！巧克力啊！哎呦！巧克力在哪？巧克力在哪？那我们去抢。他已经死了，他没办法说话了。小雨哥，快到！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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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雨！哇 ！H two 亲戚 ，H two， 走！有我会找武器哦！你露出来，我看到原来是巧克力，我就一直不是，我刚打完小雨而已。因为杀手会看到自己的伙伴位置，所以转角遇到你都不会怕会误杀，你就直接知道这一定是其他人杀就对了。
白痴！我就看包包一直对我射，对我射。我一直在射你。对，我是我跟包包一直啊，刚露出来的。我刚拿到獒犬呐，有没有这样射？獒犬在哪？我要捡獒犬。狙击好像都在那个比较高台上。对，狙击在高台上。哦，有道理。跟我枪老不同了。第一场的我有捡到那个手榴弹，刚刚就没看到。啊啊！被捡过，捡过。三秒了，各位。Innocent， 最好 Innocent 的。我大好人哦。哎，是有丢东西吗？七分大好人。你是谁？哎，丢丢。哎，你看我可以让他移动哎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是物理魔法师哎、欸，魔法师哦，你那个是可以验人，你那个可以验人。哎、欸欸欸，你可以验谁的清白这样子？你可以找一个人验。拿起来，我按什么？救一下这个按右键，按右键。哦，没有，我们无敌，我们无敌。哎、欸，有一个人在偷看我们。哈哈哈哈哈！谁？好好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右键？按一下右键就好了。哦，按一下右键。对对对。哦，我跟我演。欸我跟波波死了就是斑马，枪怎么丢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按 Q 按 Q， 这个我把你枪打爆！哎、欸、哎，爆了爆了爆了！爆了很可疑，爆很可疑。按狙仔可以吗？不行！要不要验一下二零啊？你想验谁啊？到底什么？你要验二零吗？怎么验？不要啦！都是一个声音而已啊！要靠着，然后不能动，欸、那个人不能动吧？还是什么？这样可以撞你哦！你应该是可以看出来尸体，对吧？哎，扣血，扣血，扣血！不用不用，还有扣血，不用不用！哎哎，你被狙击了！哎，啊啊！什么东西？我觉得他死了，后面有死人的啦。我后面有死人，捡到枪啊！不要射我，我想看一下尸体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让我看一下。好，其实你死了也可以看。是那个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有人也笑太爽了吧？在干嘛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八八，这里。阿基阿基，这里有尸体，这里有尸体。对，这里，我这里有尸体。对，门口掉了。等下，你看到什么、啊？这么开心，天哪！你到底是看到什么啊？我们好可以分享一下啊！你们两个就拿着刀在太阳，好在好去，他到底在哭还是在笑？你在哭还是对？你哭还是在笑？我操！打了打了打了！打了！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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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又打！混蛋！打就对了！隐身混蛋呢？这个。啊！是没子弹啊！什么又是二零？啊，怎么又是二零？怎么又是二零？刚二零跟八八，很久没二零，对啊，我超坏耶，超坏！我跟波波在那边拿那个东西互敲，然后忽然间都被狙了，就死掉。你还说是波波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不是啊，因为没看到人是谁啊，我们拿那个都会扣血。不是挤到你东西，你有试成功吗？我们拿那个油桶会互挤，然后就会扣血。没有啊，你看尸体，他会写他的身份。不，他有拿一个 DNA 什么的。你听我讲一下，这个侦探会有一个道具在第九号，它叫 DNA 检测器。那你点下去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点的，就是一个噔一声这样子的意思，不知道怎么使用。哦，等下侦探可以试试看。他有特别跑出什么吗？没有，刚一直要试啊，然后会有比较酷的。刚刚又在试不出来，对啊，嗯，因为你当时都好人嘛，那、啊、可是我刚刚点二零啊，二零、啊，因为他有 C，、啊、我记得有 CD， 然后要很长一段时间哎、欸，哇，没有哦，你还可以送啊，现在谁？杰克，我还是不会下楼梯啊，下楼梯我就摔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哇不，来小雨来小雨来，下楼梯很容易摔。我不要相信哦！你们两个 F 在我旁边，我很害怕。好人 ，F 没有你拿的，你拿着大枪在那边说。这是防御。好人。哎，我们武器可以跑那个 Simon 的武器。啊？这里有一把，这里有一把步枪。左键。他的武器是一个喷管。这里面。这样，杰克有经验。他捡八哎，八这样子。你竟然去吗？那你验我呢？你验我呢？说不定小雨坏坏的啊！我关门关门。也是八哎，走开！你走开！都是八哎，走开！你走开！他开始拿大枪了，他可以。嗯，好不好？收起来。这里。都是八哎，他怎么用啊？
那你想要验到一个不是八的，你就知道就打他。打他干什么？给我啊，香菜！香菜给我过来。还是八？试一下啊，香菜。你验我，你验我，都是八啊，都是八。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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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爸爸偷了，手榴弹！我找是不是你？包包，你逃跑干嘛？我在找尸体啊！我没枪欸，我没枪欸，这里有一个尸体，我没枪欸。探侦探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哪里？哪里？左边这里有尸体。我是不是死掉？他自己，我们都刚刚有都他是赢的，我杀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然后被包包被包包杀的，被包包杀的，我没枪啊。你还可以看到、哦、哇！你可以看 到一个犯人的头，然后写 Bobo 这样子。哇哦！太强了吧！不要吐我了啦！哇！按到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Bobo 在哪里？好不好？我不见了，我不见了。只有两个啊，所以有一个可能还埋伏在我们之中。嗯，不见了，我不见了。杰克，杰克，你走前面，我走后面。你受伤你就大叫就知道是我。我是很不烟啊。什么东西我没武器啦。我到底。我你用我武器用我武器。还能丢烟雾弹呢谁哎好恶哦。杀了不爆。杰克不见了我自己說。我看到杰克杰克在房子这边。我看到波波。我看到他我看到他在外面。我看到一个 DNA 的图案。DNA 要不要试试看？要不要试试看啊？试看看，你要不要验一下？验一下波波尸体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蓝手烟弹。火焰弹。你先试试看。他被小雨打死哎、欸。啊？你看得到、喔？谁？是被小雨打死。你好厉害哦、喔！小雨还是你是坏人啊？我不是啊。啊还是只有侦探看得到？可是我看他，波波是我杀的、啊。波波是我杀的。他写 T， 然后。我写二，我看是二零。我看每个人看都不满哎。看中了耶！你们现在是不是那个绿豆高啊？我看是发发。好像那杀掉二零还有发发。对。然后杀掉发发跟二零。好像还有一个 partner 是小雨。我不是我。小雨在哪里？你打不是我呢。没有结束哎。你这个真的感觉很暴力哎，怎么办？杰克，你要试一下 DNA 啊！要不然这个图案是什么啊？DNA 啦，你试看 DNA 啦 ，DNA， 而且还被爆头哎、欸，有 DNA， 感觉你有点那个暴力症，我不会用啊，怎么用？试试看啊 ，This person was an innocent， 他是好人，关键是看那个啦，是 innocent 还是坏人？那个图示应该不是说谁杀了他啦，不然这个这样子太 OP 了，这样子没道理。但至少 Bobo 他那图示有 T， 就你要不要试一次 DNA 啊？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DNA 怎么用啊，是插在他身上啊？二三四五，我们五个人，一二三四五。哎，杀手就在，还有一个杀手在我们之中哦。Bobo 是我杀的哦，我可以很白哦。我说你很黑，不然我们一个人一个来试。我丢个手弹测试，我丢远光。那是什么？哎呦，哦，真的是什么？巴拉，真是巴拉。然后这是 smoke， 我还没烧起来。杰克，你验我看看。我不怎么验啊 ，DNA 按住，还是你要再买个东西？哦，好过分。我右键是可以打开的。猫咪，没有吗？你是东西捡太多了。对啊，不知道可以 select 什么？我刚什么枪都没捡到，我还是捡那个发发给我的枪打死他。很有用哎，好过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繁星、啊、没有，我刚刚想要让他验我，看看怎么验。嘿，这不是繁星哦，是我、啊，是繁星啊，是我啊，结果了、啊，只是我想要让你试试看。我刚刚所以我一直没动刀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啊。哦，可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啊。他有死掉的尸体可以取什么东西吧？啊，好像有货币还是什么的。验尸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验。哦，可以拿他被杀掉的时候，会拿身上的东西，拿杀手的 DNA 吧？对，拿杀手 DNA 干嘛？好像可以买东西吧？我记得可以，他有隔的按钮可以按买东西，是不是？杀手跟侦探都有。哦，那等一下杀手侦探可以多点看看，尤其侦探，侦探就可以说，然后我就你就把我杀了、啊。
没有，因为你看到你杀了一个人，然后我想说那就射吧。哎、欸，这楼梯到底要怎么上下、啊？我不会啊，我上下就是用摔的、啊。你是想死？你是要死？我已经摔了。是想死没枪了。嗯。哦，躲远远的。我觉得这是香菜，香菜。嗨，嗨。哇。关门不好吗？可是楼梯上去都很可怕哎、欸，有子弹。好了，这次你真的可以相信我了，发发。要怎么走？要怎么走？我按 C 啦 ，C 可以买东西。好。C。你倒出来。有吗？你们有吗？只有只有职业才可以。好，只有职业的才有。只有职业才有。所以你是有职业的吗？所以你有职业啊、喔。没有啊，他有啊，他侦探的。对，那个哈记可以买那个好像一把很特殊的小枪。那很猛，电击枪吗？还是什么的？这么猛啊！对啊，你以前很爱用啊，你忘记了、喔？忘记了，我只记得在那边移动尸体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刚还没移动尸体哎、欸，谁死一下？波波你死一下，我们移动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玩我死后都不能获得安宁，是不是？对。小鸡巴啦！他的隐藏包里面。嗯。我的 location。零。哎哎，等下真的有人打，真的有人打！有我们巧克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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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巧克力！妈，我们去找巧克力巧克力，巧克力！在哪？在哪？没死过没有？我完了，他语无伦次了，就他了。他那个完蛋了！啊！完了！打我！我被你吓到！安卓，等，我会死没？还没吧？会痛，会痛，会痛！你那会痛，会痛。我怎么补血？有没有看到补血的？哦，啊，超白痴的，包包你在哪里？哎呀，这是谁啊？发巧啊，发发跟巧克力，发发，你跟发发不好用哎、欸。然后前面枪射是我在那个乱打地板，但我记得好像真的有补血道具，可以挑一下。哎，换地图，换地图了，超白痴！爸爸，我还很愧疚，我把你换地图点应该给我一个提示，可恶，对吧？结算一下。哎，还是张地图啊？那换一张，好啊，换一张，换一张 ，OK， 好吧。我就看那个啊，哈基在那边感觉在购买东西啊，我就远方狙击他，爆他头。我在看那个啦，我在检测，我在还在研究那个界面到底是干嘛的。哦。然后想说旁边就是杰克，还可以。脏一下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怎么他倒了？没有，我没有打他嘞。”那我想说，距离那么远，杰克应该看不到我的 ID， 就很被看到了。没有，我是看到一个人影这样子。可以了，可以进了。你看到人影就知道是谎，就因为是那个方向打了过来啊。哦、超白痴、啊，所以就还是看得到。也、yeah, 加入哈记哦，还真的有 BG 耶，紫苑真的 BG 耶，关掉好微妙的音乐哦。什么墓碑啊？因为这里是紫苑镇，那边是墓园，这里是墓园，这是墓园，紫苑镇啊。白色是正常的吗？宝可梦是正常的，是宝可梦的一个城镇。啊，怎么办？我是黑白的。对啊，正常，黑白就是黑白的。哦，哎，墓碑的感觉啊！哎，这地方怎么那么小啊？噔噔噔噔，它是一个 L 型，而且它走感觉走好慢哦。只是看哦，因为我拿大枪，我拿大枪、哦。那个你拿大枪的话会走比较慢哦。哦哦，可以上下吗？要收枪是不是？哦，对，要收枪。把这边当卡比兽。哦哦，哎、欸，他有的是那个、欸，有些是那个、欸欸，旁边有那个楼梯，你碰那个楼梯就会上下喽。嗯，就很宝可梦。这样碰，就撞啊！就我走上去那边。等一下，你碰他一下肩膀啊。肩膀，肩膀，肩膀。那个是谁啊？怎么在那边蹲蹲下下蹲蹲的？没有测试哦，我不知道射你，我看可以射过去。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可是打墓碑会挡路，卡住了。等一下，我再看东西。你可以研究看看铁皮皮。怎样怎样？就把冰卷关掉、啊，他就没有那个枪声了。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音乐，我们是哦，我有、欸、选项音讯那边有音乐音量关掉、欸。因为我刚刚那边关掉还是有声音。二零，你跳没有？就可以。二零，你是我就只有音乐关掉哎。哎，没关系，我怎么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离开这个房间？对，我怎么看了半天，我明明感觉我离开了，怎么旁边还是没有哈？有上下楼，就
就上下楼。他下楼是凹槽的。宝可梦砖，我看到一个奇怪的宝可梦，看起来很像喷火龙。喷火龙？没有，它这是什么？灰色的东西。灰色的龙。灰龙。小雨，你怎么了？我发发你的脸。怎么这样？然、欸、后我们两个就只有在这里上下来，我们没有找到另一条路哎、欸。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电影叫什么《次元杀阵》？我现在很有那个 feel 啊，这里它其实很不明显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外面好大哦，这好次元杀阵哦。哎、欸，他房子可以进去啦，这么近，所以你们我们在房子里，那只有我们要下楼，我们要下楼。那个墓园可以吧？哎、欸，卡住了，他楼下他出了塔，谁呢？没有啊，你卡到我了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有些房间进得去。对啊，哦，蹲下进，对，蹲下蹭门，直接撞，直接撞。哎、欸，我在这边是对的吗？你真的好大哦，太大了。哎呦，爸爸有射我，爸爸射我，在房子里面。爸爸，没有哦、oh, 不！我看到波波死了，我跟二零和喵他都是好人，我们三个刚在一起。手我刚刚跟哈吉是好人。哦，欸欸、波波死在这了，所以小雨不见了。哎呀，怎么掉下来？等一下，这有点巧克力。二零吗？操控他，我在操控他。二零，你在扭他，他告他告吗？我死了还要告？好扭！他在地上滚。你在干嘛了？哦、oh, ，我刚买了东西。小雨，小雨。小雨吗？小雨在哪？啊，应该死了。哇，你这边地有点脏啊，我拿 BOB 冲一下。我要冲进墓园了，我有尖叫声的话，就代表我死了。啊！哎、欸，不见了！你这人，毁尸灭迹。嗯，没有哎、欸，我不在这里。哪里有尸体？有啊，这边这边。小雨在旁边。哎、欸，在这。对啊，在外面，在外面。你知道被玩死？没有哦。哎，那是谁？小雨要打小雨，要打小雨。我的名字不是这里，这里哎都是人。他刚刚在，刚在这附近。哎、欸，完了、欸！我被打很惨了。有没有补血？有没有补血？没有，刚买了半天补血。哎、欸，小雨来，小雨来了啊！这样子吗？我竟然还要摆在地上。哦，不行，分死了，分死了！啊，我打好多人哦。小雨，我刚刚一直想说嗨敲口在旁边，然后一回头，H 开头的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变了，小雨。哇，哎、欸，这张我在那个塔那边遇到，就真的无解了，你就只能被打。塔那边是。因为我是在房子里面，然后打人，然后再躲进去房子里面，就是来来回回啊。对，塔就刚刚就只有我们三个人而已。我还没有声音了，我还是没有声音。哦，外面要找枪是不好找啊。有了，有一点点，我把音包拿什么枪？这怎么出去啊？是哪里？怎么进去啊？小雨，你刚才拿散弹吗？啊，我刚拿散弹啊。可是散弹没几枪啊、欸，就现在就没子弹。你这样刚射多少？是要找到散弹子弹。我刚杀几个人？四个，大概六发。哇，已经要数不清了。我杀几个？我数数看啊。哦，应该六发。看什么东西？你要用看啊？我波波是侦探哦。我谁？杰克，杰克，我看到的是什么？法拉吗？哦，是法拉哦。杰克丢了，哎，怪怪的，翻新啊！哎哎，翻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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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假，很假，是吗？翻新，翻新射我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哈哈哈哈哈！哪有声音？救命！杰克，救命！200救我，后面，快点！你是爸爸吗？我声音。爸爸，你是好人吗？我是好人，射繁星就对了。声音很好、哦，
没很抖，没蛮抖，你没有武器库哎，你没有武器库哎，哪里？哇塞！我刚想到这里面好多东西哦。哦，哪里？那边怎么进去？小心包包。你啦，我就蓝色的。哎，有人在开枪啊！没有，我看这树能不能打啦。哦，救我！杰克救我！我拉我后面射你！哪里啦？又不知道你在哪。小雨射你！小雨在射你！哎，你先射我哎！你后面是二零啊，二零为什么一直跟着？哪有哎？小雨，他丢死了！这么死的？他被绑在手上炸死。有内鬼，有内鬼！我觉得是发发，发发刚才那方向。有内鬼，有内鬼！你看，你看，我头上还有核弹，不错。有内鬼交易解除吗？二零在这里，我互相盯。你要献上生命，发发，发发！哇，直接杀了！他是吗？不是哎、欸，他不是哎、欸。那刚谁在玩那手榴弹？我觉得。说不定手榴弹我玩一颗而已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刚才丢一颗，可是我以为那是闪光弹、欸。那我觉得哈基差不多了，哈基差不多了。不是我，哎、欸，又不是我弄的，不是我，我只是这个报名而已。哦、好吧，哈基也是好人。嗯，繁星呢、啊？我们可以找繁星。没有啦，波波怪怪的啦。还有一个哎、欸，是不是喵哈？哈？啊，不然你把我打死！不要，我干嘛要扣分？你干嘛？你走开，你离我远一点。好，好，我离你远一点，我离你远一点。我死的好冤枉哦！哎，可是我杀那么多人，我没扣分哎。没扣、欸。那要等结算了。下一场结束的时候才会。不然的话就会变透漏了。哎、欸，这不能进去。这我们五个出两个人。Oppo 怪怪的啦。波波，波波少了啦！二零，你真的好吗？二零啊？二零跟杰克走，你过来。你就是跟杰克走。我超可怜哦。这还有楼梯哦。啊，上不去啊，烂。有些楼梯是装置楼梯。紧张，紧张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两个人的繁星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找不到你们啊，我们在外面。我怎么觉得你在塔里呀、啊？没有啦。哎、欸，跳下去那个水会死掉啊？死掉？不知道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哇！等下我有点忙，我水鬼啊！哎、欸，我有点忙，你让我推，让我推。我在把你捏死啊！啊，还行啦，可以的。喵喵，他这是鬼。那你可以把我杀死啊，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错怪。换一个。大妈子扣了，杰克也扣了，他进步六分。这就是乱打的下场。好烂哦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是你扣那多分，那个手榴弹就是你的啦，你把那个炸死了。欸、我踩到水了，烂水！我才刚还打你，在哪里啊？开场直接死了，好猛哦、喔！笑死！我才刚刚 W 一下，然后就进水了。你让我们笑死啊！你让我们知道说踩到水会死掉，踩到水会死掉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边是商店哦、喔。对，进不去。他都只有子弹。有，哎、欸，还有枪、欸。哎、欸，复活嘞、欸！小雨是侦探。复活嘞、欸！哦，他时间结束会复活。对，那也蛮好。死了吗？好啊。彪彪是彪彪。在哪？在哪？商店区。我来跟他对，我干掉他了，我干掉他了。你看吧，但还输人，他杀了谁？我看看，他杀了爸爸。我们怎么都互相伤害？我们今天都是互相伤害的。有 T， 少一个杀手了。侦探，我笑不歇。那个你可以买那个很像微波炉的东西。对，微波炉。对他好像按 C 之后有个小雨，这里武器库，还有需要武器，哪里武器？这边要怎么开呀、啊？它会有两个木头啊，
你需要聚合斩吧？出来。哦，哎，如何使用聚合斩呢？就对，用枪打。你要打第三道馆，又死了，又死人了。我刚刚最后死前有讲一句话，啊靠！我也只听到靠而已，所以是牛吗？上牛，我没听到了。我刚刚听到，我只有听到阿靠，阿靠，阿靠。欸、有我只能躲在中间区。小雨你在哪？小雨在在往塔走。不，不要去塔，那我在外面。这是过着一个人的生活。二零，我刚刚遇到二零哎。哎，我听到散弹哦，有听到散弹枪声。看这速能不能打？杰克，杰克在聚合斩。甘心。有的聚合斩。小雨，哎、小雨你一秒没杰克。你先试试看补血好不好？当天里面有血。哦，那个、啊、就是爸爸跟那个、啊、波波啊，啊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哎呀，买给我小雨，买给我，啊、居然微波炉，你看我微波炉买，你看我微波炉来，安心，你安心，你安心，鸡才有，安心是蹲下啦，啊、你的按键怎么不一样？你按了，啊你扛，啊你扛错嘞，你炫不得什么，你炫不得什么，我不行，我看一下，改按键，对啊，哦，你的扛错呢，扛错，好吧。预设值呢？等一下。哎呦，任性蜜蜂。然后你用 C 蹲下来的哦。对，我买微波炉了。那你对着巧克力右蹲。右蹲。好像气啊！对对对对对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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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在补，在补。二零二零，在哪在哪？塔塔外面，塔外面。啊！这是你那一脚，我在补吗？困在你们那一坨好久，没发现。你在做那个微波炉料理哦。对啊，微波巧克力，微波巧克力。他、啊、这时候打会怎样吗？然后等下分数都扣那个。对啊，有啊，分数扣一扣死啊。哦，那是二零的事情。哦，我刚跟二零擦身过好几次哦。好几次啊。他想要演，他想要演。混在你们那一坨里面。坏人。哎哎哎，掉水里了。哦，掉水了。掉水。你看，那不是我的问题吧？哎。一开始，然后就跳水了。没有，他的看起来太像可以走回来。爸爸，你干嘛？什么？欸、这里有子弹，枪被你捡走了。嗯嗯嗯，没关系的、嗯。对啊，没关系的。我觉得爸爸身份很低哦。安全啦，已经卡住了、欸。安全嗎？不是，你想我每一场都第一个先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认真了，我认真了。你可以相信他了，你可以相信他了。我旁边是二零，还有爸爸。二零有没有大枪？二零，我是侦探，我没有大枪，交出你的大枪。快点啦，你要商店来哪、啊、来买？我侦探，我侦探，我没有大枪，你可以去。爸爸给我，爸爸给我。好，给你。哎、欸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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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给你大枪。给你啊！你是不是给我大枪子弹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打在你身上啊、哦。对，老神爸爸，谢谢爸爸给我子弹哦。一点一滴从我身体里面拿出来。哎，我被谁打了？被谁打？被谁打？二零吗？是不是你？是二零吗？什么？刚刚这里有一个人打我，我是被卡到。二零，二零宝宝。爸爸杀了我，二零杀了爸爸，然后杰克又是不是？杰克一直怪怪的。啊、是你们这群人都怪怪的。没有，刚爸爸我有打，好不好？杰克，你拿那个 DNA 去搜爸爸。DNA 我没有 DNA 啊。法。哎，你没有 DNA 吗？是巧克力有 DNA， 巧克力的。好吧。因为他那个 DNA 好像是要先收集坏人的 DNA， 然后才能用。然后两分钟之内的、欸，我在跑酷哎、欸，但是你可以跑那么高、啊，哇！嗯嗨，哎，谁？我在开枪。Okay. 哦，我在射上面那个，有没有看到上面那个？不要射我了，你们想射了，想射了，想射了，我想射了，我想射了，想射了，报名，报名！啊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真的死了，我真的死了！啊，我操，我操，我被偷打了！谁啦？谁不知道是谁？香菜，你怎么乱打人？香菜，香菜，你要转头，你们说你们在射来射来射去，我就先赶快去开枪再说了。
各种类别差，算了啦，直接开打啦，直接开打啦，管他分数啦。想不起啊，香菜，香菜怪怪的，管他分数，直接打了。真喵哈跟繁星，真喵哈跟繁星，真不晓得杀手是谁啊，喵哈，喵哈，不要的啦。啊，好强啊！你枪有点强哦，喵哈。对啊，我枪超强的，有没有看过？喵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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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他，打他！哦哦哦！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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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！啊！哦，哇！哎，你们这群人那边报名，你扣分负九分，笑死！然后繁星从后面一个接着一个砍，我刚刚射了杰克一枪，然后你就死了。对呀，我就看到你在旁边死掉，然后杰克说：“那你打我，我死掉了哎。”因为我不知道谁打我啊，那个做那个角色被你打到我而已。赵云呢？我以为杰克是杀手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在那边跑酷，你们把我杀了。哦，差一点到水里啊！你一个人跑那么高就很可疑。小手枪可以额外携带，会变两把枪啊？对啊，是哦，对，可以带两把枪。二是小手枪，小手枪打头两枪吗？哦，你要看有一个是沙漠之鹰就比较强。哦，拿到了，要杀了我！哎，我给你枪，你没有喵哈侦探哈哈哈哈！谁打我？谁打我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小雨，打小雨，打小雨，又在武器库是不是？等等等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子？这里有没有什么枪啊？小雨在那个武器库，武器库。我跑那里，跑那里。小雨死了，小雨死了，小雨死了。我要拿大枪。你还没拿大枪，开打。他二零杀，马上。小雨只杀了二零而已。二零，你也是死的蛮冤枉的。啊。里面有虾干，爸爸又想要射我，我觉得爸爸很可疑。我说，你要大枪，你要大枪。哎，我没有，我有个，我不是真的啦，这是。你有要射他吗？你要射他？那我拿棍子。拿棍子？谁啊？你要拿棍子敲爆我们？谁谁谁谁？巧克力，听起来是巧克力。我旁边说不好，说不好。干嘛？你干嘛？香菜？香菜？双方我们两个在这，代表不是我们两个。香菜，香菜。香菜，香菜，香菜，我们来消灭香菜了。这里没有办法走，你刚刚怎么跑酷的？这里，这个，蹲掉，然后踩这个，在那里我只是平民，你是看到你是粉丝，对，粉丝，哎，怎么开始跑酷了？哇，这里可以跑很远，嗯 ，ID。哦，嗨，你好，这是哈记吗？啊，侦探在哪？香菜在哪？香菜在哪？对，香菜打侦探啊！香菜在哪啦？好可怕！好像在那个宝可梦中心，还在学校。宝可梦中心是那一栋吗？对对对，里面。命中率太低了吧？他是音乐色呢，是啊，从头在乱玩，嗨嗨，哇，是谁？巧克力吧，我就觉得你在哪？我不见了。哎呦，就是你，作弊词！你们怎么自己人都打成一团了？哈，不知道，刚刚买什么？买的，我在买时间呢，时间加十了，可以续费哦，杰克。臭杀手就是你，还在那边就怎么跑啊？所以剩下我而已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出来来啊！而且顺带提，你的伙伴都是被 Innocent 杀的，打野啊！所以我都招了真的人啊！你哎，我侦探你也把那个杀掉哦，你把侦探杀了，你把侦探杀了就起啦！啊好，你在哪？我躲起来了。等一下，不然太久了啦。
啊，你要加死，你加死有趣的房、哦，有趣的房屋啊，有趣的房屋，很有趣哦。不然我一直加死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找你啊，你在哪啊？或者出来啊？有趣的房屋里面哪里啊？很多房屋哦。哦，还在那边哦？怎么跳吧？哦，你教我怎么跳上来啊？这样我比较好狙啊。他好像吃东西打嗝的声音哦，那什么，麦块，麦块吗？哎，真的耶。底数还好在哪啦？底数这样好了、欸，我终于在玩了，哇！差点忘记今天还有，我一直都有问啊，啊，有吗？你看底数，我真的差点忘记了，巧克力是不是找不到啊？你们是想不到这么多、啊？我在商店，我在商店。你看你。哎坏人，你才坏人！欸、人有，我们重点是我们有内鬼。对，我们有内鬼，内鬼杀超多人。第三个，第三个鬼，负二十五分，姜太正是不是？你还干嘛？只是四四四，太低了吧？负二十五分。最爆名的耶！迪叔可以直接加进来啊，迪叔。怎么加？等他进好友右键，你有他进好友右键加。对。啊，这次武器库没有狙击枪，还有没有散弹枪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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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现在目标就加进来，你有问题要说。好。第一个就玩到杀手，你玩到杀手可以跟我们讲。请问右下角红色的 ID 是什么？这样子吗？左下角。左下角。哎呦我！哦，我小枪。我帮你小心哦。怎么了？我不是很准的哦。好、啊，你很准。我觉得在那个这个香菜很恐怖。对，那我觉得在这里面、啊，香菜比凤梨还恐怖，会咬人。对。哎呦！外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啊？谁？哎、欸，不是我，你在砍我啊，大哥！谁打？谁在打？到底是谁？谁？我被打了！太快了吧！会是谁？我就波波，巧克力两个，巧克力波波。波波，你怎么杀不死我？还杀了喵嗨！哎、欸，其实你如果打你，如果在房子里面杀了我的话，应该还不会出事、欸。因为我没想到那么快就出去了，不是我没想到那么。然后第一次我还没有玩到，又下一场。对。哦，还要跑得快！哎，我刚刚拿那个战神，战神好飘，而且战神不好用，喷火枪吗？超级飘，烂透了！我总觉得侦探这个称号完全是第一个死的称号，没有错啊！哎、欸，我刚刚真的没想到2020出来之后这么多人，换个模式，好，然后看这个，哦，好快哦，快九点了。僵尸生存，哎呦，听起来酷哦！哎呦，合作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合作了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在中间有个间谍。我们不要在。我想说，我分数都已经是负的嘛了。你骑手都没玩到，都直接被杀掉，不如直接玩一下。根本就是水鬼水鬼类型。你那时候一射我就跟那个波波表明清白，波波就很相信我。然后那时候波波还在那边。呆着不动，我就远方在狙击他。哦，原来是你狙击他哦，对，好坏哦。没有还他的时候狙我们两个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一开始吗？对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那我你不能杀我啊！啊，就只剩我们几个啦、啊，而且你都还没找到我在哪。你已被此伺服器封锁，为什么？怎么被伺服器？他讨厌香菜。你要改名？不能香菜。我改名了。再吃，是我看模式没选。那你可以改成西瓜，米很好吃，好吃。你可以改那个、啊，你还登不进来就没办法了。可以改那个 I C R P 出现，没办法了。为什么？还有很多道具，你说买雷达还可以看位置，位置。对我有买，所以你杀手就可以买雷达，就不怕、啊。我是侦探买雷达、欸。
这么猛，对吧？侦探买雷达，然后你画面就有很多绿绿的小圈圈，写着那个距离你多远。好，然后你只要进去一个门嘛，因为在不同的空间，你发现都跑、哦、几千公尺，它离超远的。对，它是传送啊，子涵就不晓得自己有多少钱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你能买，它就会显示那个啊，显示可以让你买。没有钱就只是回回的而已。我想到，记得以前就是买那微波炉，大家在微波。对啊，刚才微波一下來，回血微波炉。他那回超慢了，你要对他点一，慢慢的。回是不是封锁？哎，开不了这东西。那就要玩别的了。要玩别的？玩什么？那个模。是那个模跑被封锁还是？我先看一下，我看是被那个模式封锁还是怎样？为什么我被封锁？为什么？哦，跟爸爸一样，哦、没关好自己的账号。是叫zombie survival吗？对，zombie survival。zombie survival。zombie。哎，我真的被封，是不是去封锁、欸？哎，啊，开其他模式也是哎、欸。以为刚刚你是那个伽马值太低了，伽马值太低了吗？这样子的吗？刚 PK 太多人，再换人开。你们猜看看，我没有装兵设备。2,4,6,8,10，他只有16名玩家。那你就开16的。然后是点对点吗？对，点对点。我取个名为阿米狗好了。怎么会这样子嘞、啊、？Day Strong 也开不起来，都被封锁了。小白痴的。加入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开。哦、真的是被封锁开、欸。我现在开刚刚我们开过的地图，我也不能开了、欸。啊，那你可以加进来。那你进得来吗？看看我看看。我一开始游戏模式是不是要先换啊？换这种是一般的开机，这是沙盒。有看到他写 sandbox， 他自己可以进吗？哎、欸，有。好，那我重用啊，重开是换游戏附加元件，附加就这还是有人比较懂这个的来用好了。我没有那个、欸。你就右下角选模式之后，左下角开新游戏，然后直接那个。我看一下 Zombie Survival。又，然后开始新游戏是不是？对，开始新游戏。我从来没开过。然后你就选好地图之后，右上角选16人，然后点对点，就开始游戏。点对点在哪里？就是他应该会有选区域伺服器，或者是点对点，或者什么的。嗯，哦，所以它其实开那么简单啊。嗯，我有开看看的，不晓得可不可以。好。我怎么会被封锁了？我刚刚只是想杀人而已。建立连线到伺服器，它一直在卡在这里，自己被封锁了。又不能 TDT 了，玩了一场，全部人都被封，又不能玩 TDT 了啦。好危险哦！下危险！有截取伺服器资讯，你有上线吗？对啊，你没有在线上。哦、我看你没上线，但是并没有哎、欸。啊，对啊，因为我都是躲猫猫，躲起来了。我没办法加你。上线了，上线了！真的被封锁？为什么？完蛋了！我怎么找了？可以加吗？连线到伺服器，截取伺服器资讯。我、哦、火箭炮可以买，我买火箭炮。买一个什么？然后子弹都2发，一发吧。就会炸，不管。那会炸死自己。僵尸啊！不，我会炸死你们。他不是单调的杀僵尸，他是刚开始会有一些免费的点数让你购买生存道具。嗯、然后你如果你买了璀璨钉子，你可以建造建筑物来抵挡僵尸进攻。哦，也可以买枪杀僵尸。哦，那杀僵尸获得点数，点数可以到商店购买武器啊、锤子、医疗包、子弹等等。是守城类型吗？
我看是说你只要达成时间到，或者是达成他的目的，人类就获胜这样子。哦，我怎么卡住的？杠你！我还按 C 还可以切视角，变第三人称。哦，第三人称。Check out, check out。我刚买的怎么没有出现啊？好多、哦。F 开灯。哎，怎么在叫出商店？我买不怎样呢？我看到个 C。哦，有了，我看到我可以买那个了。某些方面正产生脚本错误。然后那一下下一下下就好了。哦，我正统，我知道多少点数啊？左下角加杠 M 应该是这个吧？只有一开始可以那个、啊。嗯，我喜欢这个。为什么一个 arrow 在地板上？哇，还有一把斧头，它是 arrow。啊、不是它，我看到繁星是 arrow 哎、欸。繁星有看到 arrow 在跑哎、欸。真假？我、哦、没有，我有看到，它是一个。你为什么是药剂繁星？哎、欸，哦，这是绑那个的、哦。药剂耶，好可爱哦。那一个 arrow 在跑。我还是要接，因为这是之前那个啊，就沙盒的时候可以自己调那个模组啊，调是 error 哎、欸，哦，因为你们没有装他的那个模组，要吸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我看一个大 A， 我在前面在晃动，是你们发来要吸，开始、没买好、啊，为什么会有人是僵尸？A B C 是什么 ？A B C 是干嘛的？你们在哪里 ？A B C。我们在隧道里面啊。A B C 是手点吗？对啊。传送吗、啊？啊，你们在哪里？我怎么传送？哎。哦。所以巧克力是僵尸。是僵尸啊！你看 tape 啊，可以看到啊。哦。他就 C， 他就 B B 传 C， C 传 A， A 传 B 啊。太近了吧。F two。哦，我这边可以买东西。等下，繁星的好个头好大，那你会不会旁边又到底打到，到底算不算？他尾巴会打到会出事吗？你可以试试看啊。按哦。有哎、欸，对，有同队伤害吗？要开那个，要开手电筒。按 F 可以开手电筒、啊、，F F。哦。可以拿电视哎、欸。哇，还有这种可以玩啊！看电视，看电视。什么东西？我不晓得你们在哪，我要走好远的感觉、哦。啊，把那个堵住就无敌啦。你觉得他们不是破东西进来吗？你们在敲门，所以这游戏开始了吗？干嘛？应该开始了吧？我们底下有一个那个指针，三分钟内结束就好了。我好想知道繁星当僵尸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游戏？我现在是第一波 wave， 所以你们要守六波。可是我目前都还没有看到任何僵尸，只有巧克力一个人，巧克力僵。哦孤单哦，啊，重点是你知道我连你们怎么过去都不知道啊，我在超远的地方感觉。我要跟着药剂走，我一直往前走，我现在在走万里长城。我看到前面有人啊！我看到了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看错了。可是我好像没有快速靠近的手段，我嘴在那边。对你直接你先向我吐过来，我刚远离你。照镜子，但我有夜视可以开，所以我会很亮。哦，我们指针在哪里？我们的安全屋？我不知道，跟着前面那个人走。去哪了？我会跟着前面那个人走，跟着香菜走。我觉得一直看到夜视回头，超好笑。可以过去。走山洞吗？过来了，这有电脑哎、欸。就这样离开我了 ，biu biu。他外面有村庄，你们可以多去看村庄啊。啊哈哈！我被鬼抓走了啦！救命啊！为什么你会听到啊？啊，你不是有枪？你枪应该很强啊。有发电机要修吗？哎呦，上面好像有东西耶、欸。要蹲在后面的，为什么我还是蹲着啊？站起来啊！站起来！死路了，东西过去没有？你们按两下一，好慢呢！我在干嘛？为什么不站起来？你干嘛？为什么你刚可以瞬移？你们按两下一，按两下一，英文的一还是数字的一？英文的一，没有哎、欸，你这里有一个化学药剂，没有哎、欸，我没干嘛哎、欸，
哦，是不是我在蹲马桶啊？我站不起来了。你怎么你腿软了？你死掉了吗 ？W 加一。对。啊！洗干净了。啊！我救！救命啊！哦哇！啊！我快到了。你们是在下面的村庄吗？没有，我们在洞穴。第一波来了。F 3可以解锁新技能点数。What the fuck？ 哇靠！哇英文的。哇！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保什么？八趴点下去对。我看到 speed 我就点了。是什么东西啊？跑最快。我刚刚把巧克力给干掉了，救命啊！你怎么干掉的？我是蹲着的啊。为什么？巧克力是蹲着，他站不起来。对啊。然后我就一直用枪开他。可以 shift W 加一吗？试试看。我可以啊。哦，可以耶，我可以。啊、巧克力嘞。W 加一。对，按着按着哦。哇、啊！吓死我了。我们爆抽。我们都在这啊。他刚刚在那边的山头上那边。打僵尸啊，走，打僵尸 go。哇。打巧克力喽。shift W 加一。你没有的话，就是没爆抽了。还是你刚刚说 shift 加一？为什么有声音啊？这听起来好像那个肚子饿的声音。我换一个 zombie 了，变 boss 了，这个、太多了。哦，不同的僵尸、哦。有一个人会变 boss。哦，有一个人会变 boss。如果看到僵尸很多人的话啦，有个僵尸会变 boss。看到前面好多人哦。我们往那边走了。僵尸吧？真的吗？有我有伙伴了，是不是？看到你 ，Night Man。你们人哦，没事没事。我现在是暗夜怪物，哦、暗夜僵尸。哇，巧克力好胖哦。那不是我，我是繁星哦，繁星繁星嘛。啊，大哥，我想说我有一个老大头。我摔倒了。别倒别倒，吓死人了。你这个后仰哎，好好笑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那个僵尸。哎，我吃你的哎、欸，我吃你的。你那是什么小东西？啊、你怎么弄墙？我就左键咬他而已啊！欺负他可以装死哎、欸！啊，我眼瞎了！不要跑！爸爸就是啊！哎、欸，我们可以爆冲，我们可以爆冲！啊！好混乱啊！二零，你怎么这么置身事外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你好冲哎、欸、你！你们怎么扑挤的 ？Shift 加 W， Shift 加一 W。加一，哎、欸，我是僵尸，一样。哎、欸，我是看我是 B 模哎、欸，因为我 shift 是装死，你知道吗？ shift W 加 B 啊， shift 人跑步嘛，你按着跑步走。二零，他们都来了，他们都变鬼了。因为我的 shift 不好使，他是装死，我一按他就躺地板了。二零，你要出事了，二零，毁了这个。哎、欸，我也是了、欸，哎，我死掉后变了。啊！同时按呢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子弹了。同时按是可以的，会往前冲啊。怎么是我一个人？哎、欸，是 BOBO 哎、欸。BOBO 在哪？我不见了啦。我哪有？我看到好多青蛙在跳。还有一个，让我扑一下我就警报声哎。怎么像是音乐一样的这声音？对啊，完了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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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看不到你们了，大家都已经倒了，音乐还关不掉哎、欸，跟着倒吧。哎、欸啊，不是一开始哦，你怎么突然没有？我觉得人类不可能赢哎、欸，我有两千滴血，你们才打我一千五而已。他血这一只超级厚哎、欸，你说你刚刚那一只吗？对，他、啊、跟你第一支哎，他有音乐，他为什么有音乐啦？他音乐会不会有版权、啊？好怕、啊！我先关掉。怎么关啊？哎、欸，没得关呢、欸，为什么？关不掉。关不掉。好恐怖喽！怎么办呢？我要去整个去外面关游戏音乐。音乐音效整个关掉，然后套用才可以。好、啊。
感觉太强了。所以你们有人按 shift 是装死的吗？我刚刚有变僵尸以后会僵尸可以装死，就是按着就是不要再动它，就是 W 一直往前跑。哦，不要再买那个烂手枪了，气死我了。哇，现在玩这个好微妙、哦。买绿色的F2可以买东西哦，感觉很难呢。哦，红色子弹，感觉是我们没有理清楚。嗯，好 A 点哦，子弹这里可以买子弹哦，那可以传这么远呢、啊？有没有护盾可以买？嗯，还有建筑可以弄呢、啊。这么哪来的钱？我们打不知道打僵尸才有钱吗？对啊，就除了玩家好像也没有其他的。我以为会有那种一般僵尸出现。看到我的药吸了，安心。对，我以为一般僵尸。我刚刚不是买枪了吗？这支枪怎么不见了？你要 check out， 买完还要 check out。check out。Survival， 拢是英文看无。有了 ，check out， 哦，你们爬上去了，感觉是不是人很多才把玩这游戏、欸？好像是。对呀，你们刚刚一堆打都没有用。嗯。这是谁啊？拿我镜头。哎、欸，可以喷天花板哎！那我喷到了，怎么这么远啊？跳在车子上喷。嗯，手不够长，就大台的那一种是不是？我是踩着绿的。你怎么平底锅？买的。好猛、喔！哎，我又蹲下来了，站不起来了、欸。你怎么了？嗯？什么啊？这个是不？你是不能按 Ctrl 啊？哎呦，没错，按键。还是 Shift 是按住，就是也是类似趴下蹲下这样子。C， 有时候走一走就自己在那边蹲。哦 ，C 可以换人称哦。对啊，嗯、你就会知道、哦。我被我的脸颊挡住，所以被腰 C 的脸颊挡。第三人称好有趣哦。这反线你可以改回来啊。哎，这是我吗？杰克。杰克，你是什么鬼？杰克，你要走超远哦。我们在那 A、B、C 那里。好远，我们其实可以传诶、欸，这个 A B C 可以传好远哦、喔。对，这次比较远的，刚刚比较传到 A 比较外面 ，A 是那个啦、啊，我们刚那个头。看到杰克我们就跑，对啊。干，哎、欸，那拿出枪，哎、欸，那巧克力你一开始也是跑很远诶、欸。对，跑很远。你看我，你跑那么远之后才看到我。你们说在哪里啊？你们啊，跟我讲一下。一开始的，你有记得刚刚的路吗？你说往 B 吗？我们在 A， 那我可以用你们传送门吗？好像不行。哎、欸，那这样来的话，我们就赶快跑丢就好了，对吧、啊？我们就一直传传送门就好了。对啊。哦，你一定，我就会气死，来来来来来，远方那边。我跟你讲，我怕死了。哎呀，好恶哦、喔！你是那个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近？怎么那么近？啊！啊！哎呀！啊！你是这样、欸？我要数了。什么？我是现在可以干嘛？什么 Priestly 到什么什么 Jump 什么是什么？或什么 Bailey 可以打 Spawn？ 地上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想说我们炮，结果这个火箭炮射超近，然后地板那边这样子。可以捡吗？地雷吗？地雷炮吗？看起来好漂亮，欸、感觉激光。可以射他吗？你是不是每次都不一样啊？欸、我真的走一走就自己蹲下，你们都不会、啊。不会。嗯，三，二，为什么你会走一走蹲下？你刚刚僵尸超好笑的。哦，还可以往后跳，后跳。枪。我还在看什么？不然我们再来玩那个《Death Run》好了，《Death Run》好了，这个感觉要理清了。了对耶，请说。没事，看到你这个，看到你这个啊，
好，断开吧。好，断开了。断开连接。我看我能不能创了。啊。所以杰克，你刚是在超远的地方，就很远啊，要走一段路。他僵尸都在很远。我一直另想到那个第二只僵尸，第一只就还没有。我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我被封锁了耶，太尴尬了吧！然后下一次关麦啊，刚好看到、啊，然后就一直没开麦，又忘记看。我一直在等着他宰用，我说不是，可能他们玩完我都还没宰完。哦，难怪我刚刚觉得少一个人，白痴哦。我已经吃完一包雪面了。喝雪面。我就想说奇怪，总是九个人。啊，我就在等他宰好，他就宰不进去。应该是我记错吧？因为如果是老屁屁股，我还看人家新屁股，都在啊，那应该老屁屁应该会讲。没有人发现少了一个人。没有，我们刚刚在跟聊天室读说，大家总是会发现我没有进去。我说不会啊，你看我是最早发现。没有，我说这款游戏这么混乱，他们的游戏要怎么玩都还没有发现呢，完全场外直播哎、欸！我创了，创了。可是我，因为我创，我就不确定有没有那个你们有没有地图，因为我就以前也订阅很多有的没的。没事，没有就宰。Workshop complete。找不到文章耶，被封锁真的是我，为什么？还被 Gary Moore 封锁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就玩到一半突然就封锁了？你这是杀太多人了，是不是？耶、yeah! ！负二十级。你们有吗？没有，我就在重创。哦，可以进了。再进。在镜中进来了，是 low 啊 starter， 他为什么死了？哦，这个啊、哦，正式开始吧。哦，这个翻新地图，为什么我一直受到十点伤？对，我一直受到伤。我刚卡住吗？哎、欸，他一定要动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他要动，他一定要动！啊、你在死，你要赶快出去，你要赶快出去啊！不一动，不一动就会吐血。没玩到，气死！按一按。啊！哦，二零。冲冲冲冲冲！二零，我用后面那个，你用前面的。为什么你刚刚可以冲那么快？哦，这里有那个冲哎。出了加一吗？完了，快跑！怎么两个了？还有两个，两个。唱歌啦！好像好，你还放聪明，还放聪明。You， 二零啊，没有，很棒，没有想我。这什么版权啊？感觉有。哎、而且我是哎，门那么、哦、而且杰克，你看我是不是又蹲的？对，你是蹲。哎呀，我自己蹲下来啦。你是不是脚没力了？差把气啊！我最近也要吃补钙子了。迪叔跟发发都倒了。那有人掉水里面，对、欸，我掉在一个监牢里面哎、欸，哦，你倒了，哎哎哎哎，二零，二零，你不要按，你不要按了好了，你让他们跳，能不能跳？我、哦、这个监牢毒气室啦，我觉得按了那个平台应该也不尽量，我没有哈嘞，啊死了，瞬间都倒光了，你怎么不期望没有哈跑酷了？哦，这是动那个上面的杆杆哦，好了，哦、嗯，哎、oh. 欸，二零开门，二零开门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哦、我要把一声音调掉。按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哪个是往前冲？按哪个是我？谁瞬间就倒了？爸爸，哇！哎，我怎么想不开？不是我忘记哪个是往前冲了？哎、欸，有音乐怎么办？有哇，所有的音乐都关掉了，不是都关了？哇，关了。到哎、欸，莫名的蹲下来。哦，迪叔你很坏，迪叔。干没？很坏。哦，这个爆冲哎、欸！哦哦、欸、啊！谁被加冕了？哇！已经被加冕了，没办法了。这个看这个，你去以前可以超难跳哎、欸，不用啊。超这个好难啊。嗯，就是狂按跳，它越跳越快。
哇哇哇！原来是这样子哦！哇！哇！哇！好酷哦！问号瞬间都没人了。我们来看巧克力什么时候蹲下来？有机会啊！死光了！哇！哎，有机会啊！有机会啊！有机会啊！被刺死了！很难呢。我这还有好长一段哦。太长了吧，小雨！哎，我又蹲下来了，快跑快跑！为什么你们可以跑那么快？哇，你怎么可以跑那么快？我就是一直按啊，蹲前一啊，你们刚刚不是有叫巨斧特？好慢哦！我是扛错了，嗯，没人。不能按啊？为什么？按一要按一，不是打他。哦，你教的学一下，每个人都学一下怎么大跳。嗯，有人在狂冲啊！哎呀喂呀，要被抽死了！那个不要狂冲，一定要狂冲！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不行，你让我走一下嘛！你看，我刚刚走到第二次在巧克力了。嗯，哎。小雨，你后面那什么？嗨嗨，哦，这谁？怎么又是我啦？是你的，你后面有东西。啊！哎、欸，那个真的有点难跳哎、欸，好难哦！我刚超第三关了、欸。这是那个跳有什么诀窍啊？跳那个板板啊？为什么可以先走？为什么可以先走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就是跳啊！哦。啊、好猛哦、喔！你怎么做到的？可是那不是没办法一直跳吗？对啊，可是看到有人可以狂跳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刚刚好像狂，我不知道你怎么狂按一试一下。对啊，我刚刚是狂按一。你们就是加空白键，然后狂按一。去斧头空白键。那边这边先不要跳，这边先不要跳。这边冷静，这边冷静。是建议让他们先过了，后面很多关卡没看过了。对啊，而且这边不用你们按也会死两个，信不信？那我们过过、喔，对吧？你先去下面啦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下面还有很多好玩的啦。看死了！哦哦哦，我大概知道那个超级跳是什么。哇，这里看到了，吓死我了！对啊，这边超难。走啊！走啊！你先啊！你会超级跳不是吗？我这是什么？毒妖。啊！哎、欸，小雨，他就已经跳下去了，然后你还要跟着跳干嘛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那打他就好吗？哦，要按一哦，按一，按一，按一。我莫名其妙就跳，哎、超级跳，没有按到枪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一直按空白键就可以。快点，快点，没有，我是按一耶，不空白。过，我去下一关等你。这个爬楼梯有障碍。爬楼梯卡、欸，哇靠！好屌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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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痴啊！真的难、啊，可以跳这个，哇哦，哇！啊！啊啊你碰他碰到水了，碰到水容易掉到那个水了，还要很轻的跳，不要毒哦，二零。嗯，这里没事，这里没事，二零走了走了，不用怕，不用怕了。他们都原本是两个板子、啊，这边不用按啊，这边也会死人啊，真的、啊。他们等下选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个选择权益，这边不用按啊。什么都没按啊！哎、欸，选掉头了、欸。哎、哦欸，真的，它还好长哦，超长的。选地图是不是？哦，终点在这里。什么选地图啊？我有一个地图是那个跟麦块有关的。我不能开。哪一张、啊？就是有一个麦块的啊，麦块有一个大沙子掉下来那个，后面会有降的。有那我找找看，巧克力应该有啦，我们玩过啊，钢仔的也有啊，嗯，因为我这边它都没有显示图出来，真假的？有名字，看一下，就是看名字，有一个什么？有麦块吗？还是麦块 final？Final 那个好像也是吧。Final 那好像是刚载的，真的新的。Final 啊 ，DR 麦块 Final。嗯。为什么我被封锁？伽马姿态。伽马。
啊、那个游戏也很危险呢、欸，干嘛只在地上被封锁，好恶心哦！那我不是私下玩吗？私下玩的这样子也会被封锁，太扯了。应该没有人按什么检举吧？哦，哦是谁？哦，刚刚谁被他击杀的啊？啊，那有一点多人呢、欸。你刚有谁没被哈基杀的？巧克力啊！我好，巧克力啊！我会破图，你破图？对啊，有些要宰的那个还是会破。很多药剂吗？全宰了，没有这一张，这一张我全破了。哇，那换个图，看见他，他还有另一个麦块，重开了是不是？只叫麦块，对，重开了。好，全部都要离开啊 ！Yes， 我全都哎，就、欸、这个可以玩，这个都是麦块。好，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有印象哎，发现对啊，光影模组哦，有装光影哦，还有啊，我好像不知道是哪一张，好像有印象，光影这么猛、啊，这样跳好难哦。后面有地狱的那一张，跟你讲，他不是跳那个水就超难的。他不是 S 先 S 型，然后再接那个，啊、好像然后可以拿武器的。海啸，你走啊！还要等后面的人。跟你讲，你前面就不行了。为什么？我卡在就 no feel。我看你怎么跳。哇，这个，我刚刚全都跳到水里。哎呦！哇哦，没事哎、欸，啊哦，是你要按才会出事，我要按才出事，等大家，这样就没了，还没进来呢，哇哦哦，这边平地这边很开心，喂喂，哇，换我加入不进去了，看你进来了。烂透了！耶、哦，我是爸爸还是波波？我进来了，我充电，我充电，我们走嘛，爸爸。香菜不知道愿不愿意。爸爸，你要让他走吗？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你怎么死了？打了死人呢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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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谢谢你啊，爸爸，过来啊，我们走啊！哎呀，姐、哎。哎赶快过喽！快过，少一个鬼！好开心啊！好一个鬼啊！哎、欸，我怎么会死了？还有真假的，还有真假的，你忘了吗？我忘了。啊，这个让你们这个水，这个你们自己慢慢跳、啊。超难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杰克，超难的！你们给麦块的 BGM， 我不可以。不是，你们怎么泡水又起来了？你好强、啊！都有弹力啊！还弹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会斜的啊？前面吧，前面不是前面那个夹起来，这个会夹起来。哦，哎呦哎呦哎呦！有，我知道了，我错了，对不对？好笑。L D L 到底是什么啊？请问刚刚队友怎么死了？为什么？就被打死了，完全没有回事啊！来呀来呀，过来啊！过来啊！过来啊！你不要走啊！不要走啊！不要你死啊！不要你死啊！不要你死啊！哎，白痴！哦，还有，水会弹一下，水会弹一下啊！然后一下50滴血。喂，不卡！趁现在走，趁现在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必须得牺牲一个人，左边是我的，右边是我的。哦，左边是假的，哎、欸，这边哎，死两个，都死两个，哦，被杀死呀，哦，超白痴，这是什么？这让他们跳，这让他们跳了，对，这直接跳，小雨你好强、啊，哎呀，是，哎，是小雨吗？哦、还有杰克，哎，好猛哦、啊，哎，哇，你们这边小杰呢？哎呀哎呀！哦哦哦！哦，这个前面没有想象中的圣洁了，没有写这么短，可以啊？他是就是这样吗？哦哦，前面这个是怎样？可以秀一下吗？旋转吧，旋转吧，我记得是旋转。
我、哦、这地狱太亮了吧，我的眼睛眼睛要瞎了。跳去跳去，哎，跳去跳过去。巨梦的跑酷跑屁跑，超能跑。每个人都要来跑酷星期四了，太难了。巨梦的烦恼。谁啊？打他们！我可以从这边吗？小雨，什么？我记得之前不是可以捡枪、啊，枪之前是他那个啦，打指令拿的啦，打指令的吧？我不是好的指令哦，是下杠拿你的哪一把吗？拿啥？哎，不是，我边打架还要边转头按，我不是已经派人了吗？我 give 不是 give 啦，是哎、欸、啊，那不是跳过去的。右边是不是右边？你的那个，好，下一关，下一关。你去 Google 一下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香菜，香菜熟了。好难哦，这好难哦。超难的。这嗨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水好难哦。我觉得前面都先不用弄啊，等那个水弄。那水小跳，然后往后拉一点。对，还要往后。压走后面。后面哦，后面哦。这里太多哎。会了吧？你们自己蹲下来，很奇怪。其实键盘直直兵帮你按住什么按键？左边还是右边哦？不用不用左右，没人按啊。没按。你要熟了，你要熟了，你要熟了，你要熟了哦。哦，哎，我卡一下，哦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我弄好，到二楼，到楼下再去玩哦。对啊，你们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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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啊！哦，我这边太亮了，这边是干嘛？我怎么忘记了？哦，这光影啊！哦，这什么？太亮了吧？哪一块？地狱太亮了，地狱超亮啊！哎呦，哎，点歌被关起来了，被关到僵尸房。哦，怎么又是这个？那我这不按哦，你们跳啊！等下让我试试。50D，为什么你活着？啊，这 TNT 看起来超危险的啦！选一个，哦，二选一哦。哈，先杰克啊，第20够，你先走这个，安全，哎，不对，不安全，安全，走了，我记得上去就打架了吧？还是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你被后面有一个活塞，你被活塞压扁了，白痴哦，坏哦，没了。要打架了吗？打架了。我这次好像也是二选一，是没有，没有零滴啊。哦，打架，拿你们的衣服打，就拿近战打。近战扣，喵喵扣啊！我输了，输了，我输了。真的开始想起很多东西。二零之后，我看到那个石头变鹅卵石的时候，我就是208。是我耶，我跟谁啊？哇！啊，不是前面不按吗？这边跟什么？这边跟什么？啊！你怎么熟啦？你说我们去追那个光影地狱？啊哦，好啊，好哦。这边真的太亮了，好难哦。那你往后拉，它会停下来。对啊。它应该有惯性，就是你就往前的时候慢慢应该是慢慢停止，怎么是突然急刹？它是急刹，放风急刹不合理啊，有缝，缝，拿不到子弹，拿不到枪，你已经在打了，你在打了啊、哦！我在测试啊，我又拿不到，好笑，你怎么感觉你不会死啊？要死你了，烫、这个不用按。地狱超亮！你是被扣50滴了？数，哎，为什么被关起来？哇，你被关在僵尸房了？嗯，什么东西？关进去僵尸？还有人吗？没了，没人了。
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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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瞬间，哎，那快，是啊，这是你刚刚说那个会破屏的吧？哎，不一样，他戳了一个 Raymond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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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会怎样？哦，我以为那个EOE会吐火球，不会吧？我们刚有人没进来吗？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。每次问题都想，刚是不是有是不是有好一个声音？是不是？对，跟我们玩的这么开心，然后有一个人很可怜，对，好像都没听到波波声音。波波吗？嗯嗯，刚好听到了。他刚刚最后在那边打都没讲话。有吧？我有开麦啊！喂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三四五六七。喂。有问题？嗯，哎，又是玩一块地图哎。耶、yeah ！我不懂声音。喂。宝宝。卡住了。喂。有听到，请做加一。一块的地图，一块哎。哦。我这感觉很跳。哎，第一个就。喂，哦，你在？哦，不行，哦，你输，哦，不说不要按，哦，原来我是鬼哦，你按了，你才知道是鬼啊，也太霸气，哦，哇，我是中间是什么东西？这样比我还坏，李叔，我们对波波都没那么坏，对啊，喂，没事没事，欸，这水没事哦。这是好水耶，欸！我这水是凉的哦，欸，好吧，水是凉的哦。我重开游戏看看。好，好。波波，你的麦，啊？喂。波。波波。波。讨厌我们的。他在砍些超级留言，忘记开麦啊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关麦。哎，欸，对耶。DC 霸凌事件。静音了。真的吗？可是我一直听到他讲话哎。他不见了，我不见了。他总该有换四个套路哎，爸爸，爸爸，你没有 get 到，没有 get 到。我觉得小雨超像哎，不是吧？爸爸，你超，好像。我进不去，我被排泄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下换一张。喂，好。好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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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波波有了，波波来了啦！你刚刚怎么了？刚刚没声音，是讨厌我们？到底是有声音还是没声音？你有啊，你现在有啊？怎么跳？啊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有电哦！哦哦，这边你们跳，这边你们跳了。嗯，有人在按呐。抱歉抱歉，没事没事，一起看一起看一起看。没有，这里就没了，没有这里就没了。这是什么？救命啊！我是小野，看错。救命啊！肯定不会让你死啊！这是什么？这啥？好奇中间那是什么？是空的啊！活塞？为什么可以把它拿起来？他说你活塞比头越来越远了。啊！小野，你在干嘛？你要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！你的头怎么这样子？我头长这样啊？对耶！头发好像红啊！等一下，臭白痴！啊！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变南瓜头？你有南瓜头哎！变南瓜头了哦，镜子吧？他刚刚就在旁边，然后我就直接捡起来。对，怎么记得是可以？他是怎么不会不见？哎，没人呢？你们怎么说自己不见了？啊？那边有一个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了。What the fuck？ 谁？快点，快点！哦，哎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干嘛？我卡，我卡，我卡，我卡！哦，这是迷宫吗？哦，哦，这是什么啊？都有灵魂沙来压下来。哦，灵魂沙不会退路啊！不能玩，还是去不能玩。胖胖也可以，胖也可以，最稳的游戏。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那个谁是熊？躲猫猫啊 ！Top Hunt， 所以是加哈基那边吗？哈基门不能开，他是不能开，不能开啦！哈基怎么不能开了？但我不晓得哪一张。你是整个驱魔的都不行哦？
照啊，就是直接就是你开任何东西都是连线之后掉伺服器之后，然后你被封锁了。嗯哼。Q。晚点选那个啊，重开游戏看看。你选 PS 的那些地图。对啊，占卜游戏，占卜游戏。我选一个 Motel， 想说这个波波会很喜欢。我比较喜欢 Hotel。Motel， 他刚刚有说话吗？他最后没声音了。喂。这是那个啊，楼上有一堆油桶的。对啊，哦，有怨灵，有怨灵。我可以拿下塞住的那个。啊，我按错了，白痴。喂，嗯，哎，我加错了，以后我是要按什么才能加？按 F 三。啊，有，我找到了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变啊？哦，这个会车子会杀人的那个地图。对啊，这个车子会被压死的那个。但是我感觉我又在卡蹲下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哦，这张是这张地图蛮小的，气虫太猛。但我不知道这，我记得这个地图有一个可以穿越时空，哦、这么猛！哎，我可以变了，可以变了。可是瓦特没了。我只是忘记那个点了。哎呦！哇，有屋顶了、哦！屋顶现在可以上来了。对啊，地图长不太一样了哎、欸，有变了、欸啊。可是它屋顶不能走。那它之前没有那么多间呢。哎、欸，它墙壁也多了一点东西耶、欸。对、嗯，我看之前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跳到神秘的地方，它现在没有了。房子变大了。小雨，我可以问一下，你刚刚前面那个东西是正常的吗？左前方那一根。我想知道你们变什么。这个吗？对啊。是吧？所以这根是正常的。嗯。好、哦。这是谁啊？小雨。小雨在敲水管。是西瓜哦。太多东西在这里了。这个房间是我这个西瓜。这个跳、哦，你可以跳哎、欸，小雨，外面、啊、很强耶。我们重生点，有只会跳，大家就让我有时候不有只调皮的西瓜。有西瓜、啊。哎、欸，去哪了？不是不见了，不是死掉了。哎，臭西瓜。这房子变很大间哎、欸，好大间 啊, 啊！你看右边还有楼梯哎、欸。哇、哦。有规定说不能变什么或什么吗？啊、这谁的？尽量一都不要吧，太小了。尽量一不要。尽量一的不要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嗨、嗯。嗨。哈喽哈。哎呦！啊，我想变这个。走上去。来啦！哦呦。我又不晓得为什么蹲着，感觉是有什么特别的模组一起卡住了。是，你是不是卡住了，所以才可以这样大跳？嗯，怎么？哎呦，发现这个，哇，迪叔最会找哎、欸，好凶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一个电暖器挡在门口，你不打吗？完了，宝宝，完了。来帮忙看，韩青，我想知道我的位置。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喵哈，你面对墙壁。Oh my god！ 你懂吗？要不要 ID 哦？要不要？所以我该移动吗？嗯，反正你现在门面对墙壁。出去了。好，我大概知道了。方向是那边。啊，那边没位置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变你隔壁那个还不错啊。隔壁这个、哦。对啊。看有没有机会啊。啊！现在被抓到了。你是卡住吗？对，我是卡住，然后我原本一百多滴血，打到你只打了只剩二十几滴，然后不打了。啊！看到这个收藏特别怪。今天我觉得我们是不够用。会动的箱子，我还以为是谁。会动的箱子，在你脚下。哎哎哎，那是会哭的石头了。
哇！他不是慢慢换你好猛哦，没有换好猛啊，因为他超猛的啦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有人拿起来啊，爸爸，你在干嘛？这个啦，这个床啦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怎么拉住了？你很猛哎、欸，喵哈！一直打那个，然后一直打到自己要死了。而且我还没发现。小雨还活着，还笑得很开心。小雨跟 Bobo、我刚刚目睹他笑得开心的。啊，Bobo，你这不是几滴血啊？对啊，我四滴血。对，小东西，小东西，在哪里呀、啊？你被打到剩四滴血，知道吗？哦，在这边那个位置的好猛。谁啊？小雨啊？你啊，我，这就是那个啊。就跟 Bobo， 你可不可以跳一下？哦，地震了啦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看到，他刚走，他刚走，你怎么跳呢？笑死你！他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！哎，干嘛？彪彪！哈哈哈哈哈！加油，加油！他怎么下来的？有架子吗？哈哈。那你叫我跳、哦，我气死了！我怎么整个架子在动？哎、欸，小雨身上好多头哦，上面上不去。我之后不要听你的话了。哎，就这么大、啊？你聊一下，整个柜子都在晃。对呀、啊，我完蛋了，出错事。今天还刚好有人走过来。哎呦呀！啊，你死了！气死我了！被震了！我刚刚不知道开了什么东西。刚有人踩到小雨，人踩到没有？很多人都踩过小雨，很多人都踩过，很多人踩过小雨。他完全是被践，他是践踏系的。对，践踏系。小雨，你要动一下，动一下。他不能动了，他就那个了啦。我是不能动哎。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不起来。哎，小雨，不要再跳，不要再跳。好啦，他旁边有绿绿的东西、啊。小雨真的，小雨真的不要再动了，真的。真的，他旁边有绿绿的东西。不能动。你在动，真的是神也救不了你了。他旁边绿绿的，绿的西瓜区。绿绿的。他旁边绿绿的，他有红色哎、欸。有啊，超多的。而且还有，而且那红斧头是红色的。斧头是红色，这我没有看到啊。有啊，死人闭嘴啦。哎呀！一个箱子，我是一个自然系的箱子。不能踩过他啊！哎，谁推门呢？你们自杀太多人了。自杀太多人了，自杀太多不行的哦。对啊，我们机械玩是这样子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想选东西，可是我一定选不到，完蛋了。你说要变成柜子吗？对啊，我还原始那个啊，我还可以普通，我摔死，哎，我摔死。那个是谁？可以帮我看一下，这样是不是安全的？我来看看啊，Bobo，你跳一下。我觉得你会被门打到，我不建议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要贴哪里？然后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我上一场就在这附近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我看看哦，我觉得你很不自然。不要啊，那我换一个好。这里还有那么多路哦。你要先走吗？我可以让你走，你先走。不要让他走，我跟你讲，你二选一，二选一。你选错了，我就你就要放我走。你只有两个人看到了啦，救不了你啦！啊！救不了你了啦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哎！他变得超大了。笑死我！我可以再飞耶！哎呀，我就在这种，为什么我可以穿墙都不飞？为什么？香菜的穿墙都好奇怪啊！你真的开挂？你都开挂了，你还飞起来？我怎么我不知道？我要去看，没有香菜鸟吗？香菜不见了！为什么？
我要作弊了。哎，又变成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有？你是不是有打指令？他什么事都没做啊！难怪你被ban了。我在角落，我在角落，他突然就穿墙了。你玩伺服器开外挂被ban喽？对啊，你是开啊？你是开挂打指令才会有啊？哇！香菜赢怎么了？香菜我不知道，什么事都没做。今天的香菜长在树上了，也没有帮你打哦，你自己换件的哦。为什么？不是你怎样？我们刚刚第一个都变同样的东西，为什么你变了你可以飞，我变了不能飞？他没有说他穿墙好吗？就是没有，他可以穿墙，我可以飞、欸。我的天啊，他这只差五。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手底的 Gary 飘过去，怎样？怎么这么多 Gary 的？太多 Gary 了吧？上面了！啊，这怎么变了？安一，安一可以。安一，你很愿意。等下，放过这台车，放过这台车，放过这台车。放过这台车了，哪一台啊？对啊，没有，他死掉了。哦，按到 V 啊 ，V 可以飞行哦。哈，有这个，欸、可以，我飞起来了。我把关掉，我把关掉。你也太紧张了，按那个。靠幽灵。关掉了，关掉了。对，那这个 game mode， game mode， game mode。啊，关掉了。打开了 game mode， 你要摔死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是在飞模式、欸，哎，怎么办？完蛋！你再调回来。没有，他是创观察者加创造了啦，可以穿墙哎、欸。就没有。哎，不要自杀，不要自杀。我没有自杀，你自杀了。他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全部炸开了。哇，故意的，好像是油桶啊。等一下，喵啊！我要变半截身。你要努力的，你变走。我用半截身体走。没有，喵，我觉得你干脆不要动好了。哇，你是地府里之类的。你怎么往下沉？越走越往下沉。我要在这里四处散步。喂喂，超诡异的，看喵号。喂，啊，好难走路哦。还有谁啊？没有，我这样他们玩打不到了。巧克力二零八块还在哦。我在最安全的地方。就是最危险的地方。我怎么会看到有一个地府灵飞过？等下，这边感觉就很奇怪啊！哪有这么多张椅子？我刚刚有算哦，几张？三十张超厚吗？等一下，是不是有人在？还有镜，我觉得有按错键了，对，有镜，按到超厚了，按到超厚，我你按到墙内会有音乐哦，我按到了，会有版权哦，爸爸，哎呦喂啊，不是你。完了，是我，他突然按到，这台收音机很大声诶，要关掉吗？哎呀，音乐关，音乐都停不了诶。那他是一阵子的，黑台诶，对，好久，还有二零活着，二零说一下啦，二零。然后我开墙壁面。等下，这什么东西？好好笑！这怎么叠在一起啊？你再讲下去，等下就要死了哦。知道吗？叠在一起就是前面叠在一起，叠在一起，叠在一起，叠在一起。关键字，关键字，大家注意。完了。应该是不在这边了，在这啊，一定在这啊，一定是这里啊。西瓜，是不是西瓜？西瓜，西瓜。你要不要坑声一下？上一个人射我，还就射一射就走了。是我啊，也是我，也是我。那个柜子啊，整个卡住，我想说一定不会被发现。太多人自杀了，对，柜子太多了。刚好一人一人变两次，一边一次。我在搬油桶搬到整个炸开。完了，对啊，错了，有了有了，没关系，你们在卡。大跳用大跳用大跳，哎呀，怎么大跳？刚刚教的 shoot 哦 ，shoot w e， 哎，完了，直接变别的东西。可是我变车子，
人变车子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谁？你怎么跟我想一样啊？好了，你先上去，你先上，你先上。我上不去，那你进不去。我在这里了，我会卡蹲下。你是视角超难看的。对啊。哇！哈哈哈！啊！哈哈！敌中点厉害、欸。有吗？哎、欸，我不敢动。然后就是二零死。这我看不出来，蛮强的。哇哇哇！好强哦！哎哎，那我来试啊！哎呀，油桶油桶爆炸啊！油桶爆炸会炸死自己。因为我刚刚在往下丢，我不知道你在下面。哭啊！内鬼！从一位东西砸死了！天啊！我从上面丢油桶下来炸我！我还逐一盘查、啊，这边有那个内鬼非法携带的，查到我是人。有，你证明了你是好人。没关系，今天我来装顶这个罪。我看到好像有人在动哎、欸。嗯。是谁啊？迪叔，迪叔，我们有规定吗？我们有规定有变东西吗？啊、不能变一滴血的东西啊！哦，是啊，哎、欸，那我好像是一滴血的、欸，这是谁名字？啊，你看两百滴了，你两百滴突然变太大了，不是、欸？迪叔也成长很强哦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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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只是想来成长一下了。哎呦，白痴，我，你是不是又见了？哈哈哈！有人死了？嗯，有人死了？我这要不要？你就停下来让我看一下 ID， 我就让你走了啊！没有啊，你现在可以慢慢看啊。有人用大刀慢慢打死迪叔。他因为他指不到 ID， 超怪，而且我也走不了。临时要买这个包啊，说我哎呀。那是什么限量包让你抢成这样子？我的天，什么抢到命都没了？波伦西亚嘎吗？我都没抢到、啊，那什么东西啊？我有那明道哎，这边什么时候有禁止？对，我想说奇怪，你这边那个是谁？我刚就用那个镜子看我的半截身体。我第一场也被那镜子吓了。不然说怎么会有人的动作跟我一样啊？有哎，只剩巧克力哦。对啊，巧克力啊，我没看到西瓜哎、欸。你可能查一下冰之类的东西，没有这种。有，那变冷冻库了，要变冷冻库了。天啊，名牌冷冻库。那个冷冻库打开还有音效哦。哒哒哒哒哒！现在这个不流行的啦，冷冻库我一定买。那应该是跟迪士尼联合。为什么？我迪士尼啦，不是迪士尼啦。为什么跟我联合？迪士尼是跟迪叔。迪叔，你还哀怨？为什么？怎样？迪叔，我跟你联合，你有什么哀怨的？没有。我刚刚在想说，怎么了？迪叔怎么突然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嗯，对吧？迪叔过来，我躲过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你最后躲去哪里了、啊？我一直陪着你啊，彪彪，白痴哦、喔！你在陪我的尸体哦、喔，这里哦、喔，找到。你死也要买的这个包在这里。哦呦，他在外面的那个小房子里。啊、你把最后一个名额抢走了，又太多人死掉了。又太多人。我啦。就你啊，彪彪。哎呦，你把我的号码牌抢走了，气死我了。也是你帮我报仇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又是好客。死两个就会了、啊。哦，死两个以前不是没这设定吗？但好多哟，我记得以前最早以前玩的时候就有。
嗯，后来我中间玩的都没有，阿米狗玩的时候都没死。嗯，阿米狗玩的没死。是不是有人变成？哎、欸，三角锥为什么有十个？你是不是九个吗？我被关门。你为什么要数啦？你为什么要数？哦哟，好笑！我今天去数三角锥，数十个。你昨天玩了多少？怎么会管这个三角锥？怎么会搞这样啊？怎么会数啊？低速，这个微波炉不能补血哦。我居然不会爬这个楼梯的、欸，我楼梯都不会爬，都会最后卡卡的。你要最后要跳一下。对啊。没有，我可以再来抢包包了。我都去不到这耶，好猛啊！三四五个椅子哦，好像看到多一个了。这电灯怪怪的哦。你可以慢慢点，好，你动不了，对不对，爸爸？不是你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们还没看到我。真的、哦？刚有一个摄影师又走了。二零二零二零，不要二零，你的柜子是反的。然后刚小雨射了很多枪，然后最后还是放弃了。对啊，我想说怎么打不太死，因为那有200滴。对啊。爸爸还没人看到，是谁啊？爸爸跟杰克，还有我，啊、不是那边吧？对啊，哇！突然不会爬这楼梯，我放弃了。爸爸，你几滴血啊？我107，107，好像蛮大。这样子能算出来是什么物体吗？大概算就会知道，蛮大的，大概算多大啊？大的，大的是大的是大的是，大的吗？不是，不是吗？你要拿的东西，垃圾桶、书桌之类的是不是？油桶区好恐怖哦！欸、油桶真的是一爆你就直接死了，超恐怖。欸、那边不能躲。你说要死一起死呢？不是啊，因为死了，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我要因为死就亏啊，完蛋了，对。打一下也不行哦，就是他走火的那个，他会连爆，环爆啊，用近战呢、欸，一样，都一样的，他只要火花，他就他就是 TNT 啊，对 TNT， 你要想着你手上就是拿打火机，啊，人家是不是有叫死啊？我要死掉了啦，我不想死，嘿。啊，对耶，车车下面会不会有人躲？在车车里面，不要开车车。建筑组车车，丢丢，有人在丢，丢西瓜了。那西瓜在外面。一分钟。嗯，糟，绝对人。快没血了，不敢乱打。不要不要乱打，不要乱打的、啊。是谁在玩门？没有了，我要出去。哇哇哇！油桶啦！五滴血。是有人他疯狂，哎、欸，不能换这个。他哇疯狂的换那个移位置、欸，哎，超猛的。阿纪就是阿纪啊。我那一个一个摸啊，摸过就放旁边啊，抬不起来就是有人啊。哦、我跟你讲，阿纪最会整理油桶了。然后最后拿油桶去撞妈妈，就发现哎，这怪怪的，这油桶不会倒，奇怪啊，会倒。太假了啦！这是谁啊？他们两个都躲在同一间。真的同一间哦，躲在同一间。小雨，你那里？你刚刚啊，哪一间？很多同一间。你刚最后那里，你刚最后那间。大间，哎、欸，超多东西，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没啦，没换人，没有哦，刚好，好白痴哦，哇，可以滚，
就死了，死了，下次还需要，还是需要哈基啊？我被骗了，我没办法。被查对怎么了？我查不到资料哎，哭啊！好惨哦，就死了，就。好啦，就是因为奖金争夺战结束了，所以都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二吧，好像就是都玩 G mode 了啊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待会魔力宝贝，嘿，先收各位，哎、欸，也不用收尾啊，不一定会剪。好啦，我们魔力宝贝啦，喊拖这么多人。先等啊，好，多几个啊？很多，没眼巴了，我好大声哦！天哪，我在你台听到我声音超大的，到了吧？眼巴，我那边。我要干嘛？我知道了，等一下我好像包包很多东西，等一下。等一下。然后我突然发现啊，明天就关了耶。就明天啊。我们是不是要快一点？所以啊。我在银行。嗯，等一下找。你在哪里？呀，你怎么杂音？我杂音？有。现在还有吗？有，刚刚没有，可是你刚刚讲话开始。喂，你问其他人、啊、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什么杂音吗？杂音啊，对啊，有啊，有一点点。
你刚刚没有现在有。哎，好大声哦！谁讲话？刚刚是冰冰啊，我现在有吗？有。怎么那么麻烦？不知道。空间音很重。一定要你带队。换我带到，我们都40，换你带，不然就是你现在带，你也会更笨。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，又打了耶，小玉打了打了，两个都打了。
摇花，你看谁打你，他就先打死谁啊。还赌博，刚刚有爬分吗？掉了三分，赢了一场，输了一场。为什么会有杂音啊？我听不到，我去听一下。你可以唱歌啊，你可以听到。我觉得我很怕，我很吵啊。很吵了。很吵。我在点技能，起飞。讲话讲话。讲话啊。我没什么听到杂音，还是我问题？你现在没有了。哦，现在没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敢讲话了，不然我都只能关麦。我觉得我好吵。
我们来接个大赛呀、啊，敢不敢？敢吃人那么多，来啊！来呀、啊！来啊！来！你要带队啊？怎么敢？嗯，可我想赌完这个剩下的钱。啊，不然你这次越慢升等，我就越往棺材而已。那好像不能棺材呢。你现在是你小可爱，是我们刚刚升级最低，而且是刚刚升级。嗯嗯嗯，对啊。不过棺材我没擦，我还是去睡觉了。你就是一个四十等，一个三十九等啊，哭哭也是你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不可以这样对我、哦。所以你要带队啊，我怎么样对你？那你带队很难过吗？会很难过啊。不难过。我不难过。你不是今天很晚起床？哎、欸。几点啊？那你还要睡觉吗？要啊。那你明天就起不来去健身了耶。嗯。这就算了。是啊，你问我还要不要睡觉，我说要啊。那你几点要睡觉？等你试试可不可以？嗯，可以。你不带队？我就说等我开完全部彩券没。好，我就说你现在又不带队。啊，你连级四等也是砍两下到三下、喔，啊，只是伤害增加而已哦、喔嗯。没错。哈，连级是这样搞的哦、喔。那我还是不想练战士。特战英豪的广告，我不知道哦、喔，我没按广告、欸、你要知道、喔。嗯。剩八百三，买完这八张就没钱了。嗯真的，只有 A 长是宠物，对不对 ？A 跟 B 都是啊，昨天不错 ，A 都是精灵。没钱了，可以带队了。哎，你会带吗？会啊，就走来走去而已，不是吗？要往楼上走。好啊、哦，然后开地图嘛，那个黑色一个框框就是嘛，不是吗？这张地图。Oh my god！ 有点水蓝水蓝。什么是水蓝水蓝？你打开地图看。看到这边，那小地图其实有点点水蓝色的。我真的看不到，也完了，算懵。这里。我真的看不到，我说真的。看小地图啊。所以有时候他藏在树后面，只能靠小弟。没关系，你带到最顶端再跟我再给我带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嘛？这样想啊。哎呀，我跟你想的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。被偷袭了，哇！哇哩嘞！嗯，为什么我也那么想睡觉？是不是传染我的？
为什么可以在家种萝卜？我真的不懂。为什么不行？在多少家庭在家里自己种蔬菜？那为什么可以在家里养猫？因为猫不需要晒太阳啊，它不需要光合作用、啊。你们看到那个旁边有窗户？光合作用。光合作用，我刚才讲什么？作用啊！作用，闭嘴了！哈哈，可是我带队，我就不能打嘛，一边。你养不要升等啦，不然我升等升到我自己躲进去睡觉啊。不要睡觉，我们一起玩。那哈，可是我带队啊。哎、欸，你拿了惠玉没？今天啊啊，什么东西？惠玉那个灯是吗？嗯，好了，嗯，还剩一天了、啊，帮人帮我包、啊。没有啦，我哪有钱啊？对啊，都拿去做。哎、欸，我指甲真的要做了，我已经忍了它三四天了。哦，蓝蓝的。小地图都白白的吗？没有、啊、一个特别蓝的，特别水蓝水蓝的，那个水蓝水蓝，魔力魔力，对不起。水蓝水蓝的底，跟其他颜色会特别比较单一。卡片跟叶的问号，叶。好、哦，我把我啊。可以剪吗？你是干嘛啦？卖呀、啊！五十五哎！对，我们家有人，你怎么管的？风策勇者哎、欸，9527102513等跟13等，两个都13等。你今天不用睡哦，不然练怎么练得到34等？哎、欸，我说他们啊。对啊，因为现在越后期就越少大佬在带人啦、啊，大佬们都打到34等就不打，不是吗？只有乱射之后都忘记要打碎片片，对不对？对，查你3天了、哦、啊，变态呢！变态呢！啊，三八啦！看从头到尾都给我在乱打，气死！没事，我没事，补血的是我哎。好，下次只练2次。开符咒你练3次，不行啊，我真的不行啊，对不起啦，我错了。你又错了。对啊，我错了。我不信。
不然你说说你错什么？你看今天就差了一千，你不带队啊？什么啦？嗯，现在给啊了。我已经无话可说了，因为都是我的错。不是啊，不是先打那只丧尸吗？对呀、啊，啊，可是刚情况下，你有先打丧尸吗？有啊，刚刚都是丧尸哎，我水壶就随便打。旁边的吗？我登出了。没有啦，不要登出啊！哈哈哈，你不要。你有先打丧尸吗？我另外一个乱射，我先射丧尸。你乱射第一下也没有很痛，好不好？是哦。好，看你乱射第一下多少。170。为什么第二下比较痛？第三下为什么？他还是死了吧？不信呐，打其他角色身上比较痛啊，白痴哦。对。也是我们没有人扣血，我们安全，好不好？小可爱是死的，小可爱，小可爱，小可爱是死的，乱射，哪里乱？你没乱，我扁你，被骂死，好不好？应该给你带队，那我跟你讲说楼梯在哪。可以啊。跟着。有没有很神奇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有看到楼梯吗？没有。哦哦。不是说给我带，好呢，我的血压会变高。再等哦， 好， 好你很有自知之明吧？有啊，偷袭。反应是十二，来，我们开始，快到底。好，哪一只？小可爱。嗯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哪里啊？那小地图啊，没到。蛮艰难的。哦，那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那小地图看大地图，我在。啊！我啊！我。小皮，看到？有看宝箱哦，小姐。哪里？哦，因为小地图位置挡住了。你开得到吗？你要给我开啊！你要让我在旁边啊，在动，在动。你要有习惯性，就是围着宝箱这样让人家开，好吗？不要那么自私。但那么远问我说开不开得到？面包跟种子问号啊！我吃个面包哈。啊。啊！丢个种子。出发。哇哇什么啦？
你又怎么？五八万，没事。哎，我就看你有没有打跑。阿汉，有啊，我是打他的耶。最右边那不是落单的吗？最右边不是落单的吗？对啊，我是点最右边的耶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阿汉。哎，为什么我也是点最右边的？你是在哭叫啥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就看你打最左边的啊。他就，哦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。你有看到啊？你就是去打左边的啊。他先后顺序应该是有差吧？我先后顺序，你先出手的哎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他。哇塞！很优秀哎。你来吧。厉害！麻烦。你怎么先打中间那一只啊？嗯。嗯。不教我。哎、欸，我学到这个回答了，你完蛋了。我就扁，我就奔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两只四十等了。你已经两只四十等了，你好棒。哎，迷路了！这里有吗？这里是吗？哎，这个是哎，哎哇，是什么？是啊，哇！防地防啊，全防御。那你真是不要玩的事啊？要啊。好、哦，抓到你没有打旁边那一只，你打不到。怎么？抓到，你打死前面那一只，害我死掉。哇塞，抓到，根本关我屁事。你看，我打掉了。痛你！关我屁事，被打的又不是我。你刚刚叫，哎、欸，我点到防御了啊！哪一只？小可爱爱的人哦。对。然后好看的来了。怎么了吗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被咬了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偷打我？来，你猜我哪一只打你？应该是最不痛的法师吧，不然你等一下自己回来。怎么可能？我刚补血，白痴哦、喔！哦，对耶，你白痴，你居然用那么痛的打我！还好你防御哦，不然你会死。你很坏，喂，嗯。这怎么那么优秀？嗯，好喜欢跟你当朋友啊！好喜欢骗你，骗我的钱？你一开始骗的不够多吗？你不是骗，拜鸡掰！都不会到。我跟你讲，我冲出去打的时间跟打旁边的会比较快，好吗？所以你就打我，对呀、啊，因为你敏捷比较低啊。你看我的另外一只会比较快出手。你不可以打你染色头发那一只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的下一动就换它，它速度也很快，懂意思吗？你为什么打我？哎、啊，你速度比我慢啊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我要吃东西。哎、欸，对不起。哎、欸。好了。都四十等了。什么？给为所欲为了？不要啦！
我们先当个朋友啦。没有，朋友也是有时间。看冰冰，冰冰不是朋友啊，冰冰是金主。为什么是打这只啊？好想吃牛排哟、哦。完了，你看，你看，你那么常揍我，被揍了吧？先把你打，也不用他气死吧？没有那么夸张吧？打错，完了，没事啦，会死啊！我先把你打错，那是打死。最高了吗？还没。宝箱没了，没钥匙了。哦哦哦哦！我以为你会揍我，害我防御了，妈的！有种你防御啊，我还有崩击哦。你这只是火属性的，水东西崩下去一定死。不要！哎、欸，我有顾问号哎、欸。顾问号需顶楼换。现在就是等你这只啦。这里是最高。还没啦。要多久？我怎么知道啦？哇，人有点多。反击，碎啦！请问你是点防御吗？废话，你好棒哦！会死哎、欸，不点啊！你好强哦！被咬下快变僵尸了哎、欸！那可以炒大肠，强炒大肠了。啊！大肠，我最近讲话都会嘴皮啊，怎么办？大型蟑螂。我是不是要变蟑螂？我是不是不能回台湾的了？那头晕会被人家笑吗？对啊，你就要说我是台湾人啊！你要吃大腸吗？你很烦。我说，啊，你那个卖什么大腸包小腸？好可怕！被卫生局抓起来了！你很开心呢、欸，感觉很恶心。我感觉真的很恶心，还有感觉哦。对啊。哎、欸、喂哎、欸！哇！更有钱的东西在地上，他们捡到了是不是？对啊。打快一点啊！不然被抢走了，抢！我要拖到最后一秒按下去，这样子。你居然揍他，不是揍我，你太有人性了，你闹屁呀、啊！啊，我原谅你，大枪包小枪，大枪，大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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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哒哒哒。你是不是捡到了？我没捡啊。那是我捡到了吗？你为什么一直光误会我？
我没有喜欢误会你。还有什么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啊还有什么绕口令？嗯，和尚端汤上塔。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汤洒汤烫塔，汤烫塔。真行啦，人家拿东西烫。你流氓哟！应该是这一层最后一层啊，不然那个刚那一队不会在这边晃。哎，马上被打脸！来，来赌多少？哇，我可以换那个姑姑了！哎、欸，你不要乱走、哦，这边遇到 boss 的、哦，我记得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拉都过来啦！怎么拉拉胡辣啦？什么？你现在讲什么啦？你怎么不早说啦？我昨天有讲哦，我昨天有讲哦，我昨天有讲哦，是有讲。忘记了，大长今抱小长今，是绕口令吗？当然不是啦、啊。呜啦啦呜啦啦呜啦呜啦啦啦，是这个吗？他是说那首歌啦，阿瓦纳，你会唱？巴巴拉威，巴拉乌娜娜，巴拉乌娜娜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阿瓦纳。什么是哈瓦那？好要一首歌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不要！你那我的姑姑在哪里换？左边呐、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小地图一个方块那边？往那边走，很大的方块，有看到一个？哦，看到了。你说，怪异，不会那么衰吧？这里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跟熊哥一样那种是随机遇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就会有很奇怪的影响，我记得。你刚刚说不会那么碎吧？我心脏真的是揪了一下、欸。什么黑化黑灰化？你叫老弟开麦你啊？来偷笑？他不会、欸。那什么肝胆肝啊？不是他瓦纳吗？不是哦，医生不是也是拿回力镖的吗？医生是啊，医生是拿小刀，护士才是回力镖。哦，应该是吧？是啊，他是割小刀。这里有个人跟我一模一样的，叫做娜娜，哎，他丢东西给我，他是兔崽子哎。他知道我需要这些碎片呢、欸。好，你去。你洗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进不去？这个吗？走到里面，走到里面，走到里面。厨师。对。等一下，太靠近了，再靠近一点点。只有你换条啦，体贴一点啦。哦，你也有哦。我只有你有哦。我靠！靠要你会不会带队啦？就说不会，在他身边左右绕而已啦。左右绕而已，围着他左右，不用贴着他。啊，你真的是很强呢、欸！用点的，不用滑鼠拉着的，用点的就好了。点他旁边左右。怎么左右了啦？那你加我，气死了！你知道他妈妈这样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你妈啦！我的蓝色露比换屁哦、喔！等一下，我真的不行啦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你怎么换？你的小可爱怎么换？我换完了。你小可爱怎么？哦，对啊，如果说你没换的话，你小可爱怎么换？我换不到啦，真的不会啦。那就教你又不要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很难呢、欸。好了啦，你这样不能，你加我，你低能吗？你看啊、哦，
首先先点到他面前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像是每个人都可以点到了。哦你好笨哦。不是，这个真的很难、哦。哪里难啦？还说喜欢解谜？我喜欢解谜。你是白痴哦，队伍解散了啦。你不是加入我队伍吗？那请问队伍是解散了？对啊，因为刚刚你是队长啊。我刚刚早就换你了，好吗？可以换队长吗？我解散队伍，马上加你了。哦，走出去了啦！不要凶我了啦！我要哭了啦！好了，不是啊。好，被偷袭。我是幸运的小鱼啊。什么东西啊，还没十二点呢，我被攻位。啊。出各种枪我没有。哎呦。哇，没有红帽哥布林好难遇啊！红帽哥布林，你只往草原那边跑，不要往山壁那边跑，不然很多海贼。你就，盗贼啊，海贼！盗贼，就往森林那边走，不要往太靠山边。原来是玩 peace 啊！我。好啊，大家都来呛我，没关系啊！我哭哭哭哭！翠翠，你忘了补你自己的密哦？变原始的翠翠，等下蜜蜂死了，残血死掉。去别的通话，你懒得不打我找你。你们要不要去别的通话？好，第三次了升等了，啊！就我的，反正就是在带队的啊。你又被偷袭，没办法。然后被咬，因为我太惹人喜欢了，他就忍不住过来偷摸我。他怎么不打你？因为他不舍得伤害我这么可爱的身体，懂吗？嗯，谢谢。但我舍得伤害你。嗯，去死吧！没有机会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为什么你要揍我？我舍得哈、啊，他们不舍得，我舍得啊。哇塞！哇塞！哎、欸，耶、yeah, ！你是不是升等了？对，是不是关台了？可以关台了。你要确认哦，确认一下哦。一至40等，一至40等。
总共是八十的。好，好了，谢冠军。要不要在上面遇一下 boss？ 走啊，走啊！结果阿果面包吃到一条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各一条。哎，痛啥啦？你到底怎么了啦？走个路也可以走成这样子。羡慕吧，还跟舌头说很好遇，很好玩，很简单，就是很简单，很好玩啊，我没有说很难啊，只要你遇到一个好队友，不要哭啊，对不起啦，只要你遇到一个好队友就很简单啊，对，是很难，我的队友，分析点我的队友。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事。下下，我的物品呢？没有满呢？为什么那么久没拿到东西过？因为刚好遇见你。这几个人在干嘛？练等啊，因为他那个区域不会有遇到 boss。哦、oh, ，没有哎、欸。那个 boss 有几率把我们全部炸到受伤。我们回家就好啦。你说登出哦？就是看打不打得赢，打不就登出啊。好。小雪人好可爱！我现在知道这边有留言板，还没有找到。你是不是在说我乱走？你是不是在偷嘴我？没有啊，我是没有啊。啊！你是电，你是火，你是光，你是电，你是光。你是唯一的神话，为什么你是火啦？我知道，你是电，你是火，乱唱。火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没错啦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是爹，你是花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好有创意哦，你们都受不了了。能给你整个宇宙。哎，那对不见了。哦，在这里，对不起。有人五五了哎、欸，哇！那五十五等的、欸。那他来干嘛的？搞我小号啊。五十五等小号。变小，给小号。哦，网婆好好哦，我也想要有网婆可以陪哦。我现在这个等级可以带网婆练了吗？嗯，分一个啊。好诶、欸。可以啊，拜托你乱射咻咻咻下去，带网婆练到二十等都可以了。好诶、欸，这网婆一天网婆，明天十点结束。
网婆，好不好？没有人来当我的网婆啊。等级可以，方向感不行，真的，这倒是真的。电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。只爱你 ，You are my superstar。你住在我崇拜里。有更好的办法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。 你要练吗？那我吃法包咯。我想看一下 boss 长怎样，可以吗？所以要不要吃法包？要啊。你要不要吃哈密瓜？哈哈哈哈哈要不要吃哈密瓜啊？不是啊，我只是刚好脑袋突然想到那一首歌，所以就一直唱。哇，喜欢到本来我们都不知道，本来我们是唱摸摸，对，摸摸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。我们可以换首歌，换首老一点的歌。你唱啊。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。哎，不是，我还有首更老的。哦，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，爱的那么深。这首歌很老了吧？啊，不是，给我吃补包。再走啊！你再走啊！你再走啊！你再走啊！橄榄树没听过哎，天哪、啊，完了！有啦，你再唱一，你唱一次。不会啊，你不会？太差了，我是不能不会哦。你要求很多呢。我没有要求很多，我很压抑。我可以走了吗？你不会看 F， 你不是 F11的，可以看协调。哦，对耶。技能，走了啦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这首吧，你猜啊？我真的很会耶，我接歌大王，好不好？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不知道下一句啊？不知道了。那下一句是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老巨说他居然没看过《珍珠美人鱼》耶。他没看过，他不想看。他没看过，因为他不想看了。什么？很好看的《珍珠美人鱼》，野玫瑰。你是说童哥吗？不知道，你问疾风。我在问他，我哪一句不像问他的语气？奇怪，还是你有在问你？你是不是很自以为？哈，你是太自以为了你，我太自以为是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那么好看？你是 Bobo 上身，我的妈！说，我也是 Bobo 上身哦。
我一定骂死你。没有，没有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那么好看？那是一首歌吧？那是一首歌啊。你唱啊。我唱完了、啊，刚刚我唱完了。你要我唱哪一句？我就只会这两句。数码宝贝，你是说那个鸡块吗？对，它真的很像鸡块。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是那个吗？你们都好老哦，你们到底几岁啊？哎、欸，没大小，你快没魔了哎！我知道，我想说，我是不是遇到那个 boss？ 原来不是，超老儿歌。嘿呦嘿呦，拔萝卜这一种吗？还是蝴蝶，蝴蝶生得真美丽。还有那个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？这个可以看吗？看什么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，留言版。我他妈的干你娘！我是唱。我说那个留言版呐、啊。不是啦，不是他那一首歌啦。对啦，对啦，我们很久以前唱的。他是你的脖子怎么那么长？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哎、欸，对，你的脖子怎么呢？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。火车快飞，火车快飞。然后都不知道怎么唱了。不是，大象脖子很长，就是因为他妈的干你娘，我是长颈鹿啊！你没听过那一首啊，冰冰。冰冰，你居然没听过这一首歌 ？Oh my god！ 阿波的名曲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安安，台语他不会啦，台语我真的不会，他欺负香港人哦、喔。Oh my god！ 你没听过 ？Oh my god！ 凡心唱给他听。哎、欸，来了，我来了。怎么打？怎么打？要打哪一只？我其实没有打，我其实这只真的没影响。那我就，嗯，回程机票准备好了。我们揣揣看呢。哇！下下，再打一下，不是那一只，后面那一只，哇！那个是干嘛？增加随时性的伤害。什么？我先走了，我先走，不能会。什么？我先。什么？我先走了，我先撤了，我先撤了，我先撤了。你的鸡鸡，你的鸡，哇！哎、欸，你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呢、欸。坏死了，谁理你呀、啊？我就想要玩玩看、啊。你玩啊，你玩啊！我等你受伤回来嘛，我再来笑你哈。我的鸡鸡还在啊，你怎么了？耳鸣了，耳鸣了。因为我们等级不够，你们看他五十级的，我们才四十级的呢。还会中毒？还会自爆、欸？哎，自爆一定死掉。
哇，我被他反弹，我的螳螂死掉了，我操！这其中一张攻击反弹，对啊，差点死哎、欸，自己滴十一滴血，哇，躺回家去了，有受伤？两只全死，不是、啊、受伤？你是不是听不懂？两只受伤，看一下健康状况，一只粉伤，完了。一只粉伤、嗯，完了、嗯，回家找妈妈、嗯。唉，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是那么残酷的。嗯，果然做人不能做梦，还是去凑一下奖好了。橘子浅浅救我，我输掉了。我橘子浅浅，浅浅。他不是，他没有，他有医生吗？粉上不是不能医吗？可以医啊，只是不是医生以外直接医那个风险很高啊。理论上就是你治疗100次都会成功一次啊。有没有人要救救这只小可爱？我名字叫小可爱，应该很多人要治疗我吧？好啊，请懒人，妈的！对吗？你刚刚是说橘子血型呢？橘子那个是什么？竹子哦，好像是竹子。啊、对，竹子咸咸呢。弟弟对，我在医院，超可怜，我就可怜呢。可怜，可怜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哎呀，是这样子说啊，就点两下，点两下，点两。是不是人在摸我？哎、啊，真的人摸我哦，好有爱哦。哦，聊天室没有看过一个叫橘子的啊。完了，准备封测结束，赶快来玩。我们来刮刮乐吧，看谁先刮到宠物。好啊，中了4奖，是假的。对啊。欸，我也想要刮等物咩。哎，又中4奖了。哇。哎，又中4奖了。哇。我拿去卖。他妈的。他在治疗我，我是不是不能乱跑？哎、欸，可以的耶！哎、欸，他成功了耶！他有医生吧？哇，你好强哦，谢谢你！很难抽啊，其实是不好抽。所以你看到那些有人抽到那些大奖的，都是用钱洗出来，一个几万块拿来那边狂抽。先把东西存一存再抽。哎，废物！什么废物？尊重点！哎，小废物！谢谢。抽奖了！话说你没遇到过广告，播给他看。我播啊。他没到，你是不是有买那个 Premium？ 对啊。你是有赞助 YT 会员？我是有啦。因为这样子我可以关掉，就是左屏，这样也可以听台，同时听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手。手机哦，你是说手机变成背景模式吗？对啊，就是你手机变成那个锁屏的状态，你也可以听得到台哦。吗？吗？取皮，本来就可爱。呵呵呵呵呵呵。我也开视讯了。看看你敢开，我敢开啊！来啊！
来啊！我都已经装好了哦。真的假的？你真的要开哦？是啊。你把给我开呢？白痴哦！我用那个虚拟形象就是要开视讯在那边扫脸的，你那边开玩笑？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？我以为你要开就是你真实的样子。我没差。为什么？又不是没人看过，奇怪。这逼怪呢？怎么都没中啦？对啊，我觉得我可以再看我一宝贝做什么。有啊，今天刚有聊。你有开吗？我不叫你开。我是叫你 try。我猜过啦。什么都没中哎、欸、我。哇！哎，第四没什么录用啊，真可惜。他跟我说真可惜。对，这个抽奖真的是在考验你的滑鼠的，要不然就是考验你的手指。他是不是想要抓那个按键精灵，所以才用一个那么高纲的抽奖？没有啊，这就是老游戏哦，不然怎么刮啊？拿东西划过那个银漆吗？就是从上面拉下来一张卡。买的瞬间就知道啊，你没中，那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训练到几等了？有三十吗？还是你根本就已经没在玩了？二十，因为你只练两只，哎、欸，二十跟三十差很远哎、欸。你可以今晚拼一点啊，我们有料理哦、喔。这比转蛋还难，靠腰三奖，公斤的。短蛋还好啊，短蛋至少你给钱是保底，一定会拿到东西。以前就是在这个游戏上面败，在这上面花最多钱。三十的路上很痛苦，还好吧？但你是因为跟我好不好？你下次自己练练看。因为我有反心大大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你要先怎么进呢？我真的可以帮你了，现在我真的可以了。对啊，只要我记得路的话，我真的可以。这么好 BO， 你才 BO 嘞，你全家都没事。你女朋友才 BO 嘞。你去，你乱射你，我可以跟你走啊。他可以当保镖啊，他当然不知道路在哪。我可以当保镖，可是就是重点就是你要知道路在哪里。乱射是不是打那个熊哥跟熊弟的戒指？过去的啊，他射过点了吧？不是你射点了没？他说你可以过去了没？可能到时候公测，我真的会玩这样的组合、欸，就一模一样的组合。你不用变无名了啦，我们有那个啦，我们有戒指，不用转了，我们有，我这次有戒指。
的回来。你怎么可能打得赢熊 girl？ 对啊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拜托，小月上次自己想打兄弟都打不过，你打得赢熊哥？没有啦，我打熊哥不是打兄弟啦，我三只打熊哥不行。你三只打熊哥还是三只打兄弟？熊哥遇到的哎、欸，兄弟不是，是兄弟。对啊，给我道歉哦、喔。我对不起你嘛，超级就没诚意。根号要怎么升？没有啊，就看你是什么职业啊。你战斗系的话，你就是杀死一只加一啊，啊每天上限是800啊。啊法系的话就法师，你放一个魔法师加0.5，啊一样上限是800，每个职业上限都800啦。然后就是看哪些职业相对应。那你直接跟我讲说你是什么职业吗？我要跟你讲说那个职业怎么加。啊就是治疗成功啊跟急救成功就会加啦。啊不是加2啦，好像治疗成功急救成功加10。啊猎人那些采集成功是加1。所以猎人那些你就是无聊挂着挂着称号就很好练。然后旧版的方法是每天记得都要上线一下，因为这样你的声望才会继续累积上去。你没有声的话，就是像你今天没有登录，然后明天才登录的话，就少一次扣打，少了800的声望这样子。你现在比较不熟，就是技能学习这一类，哪些技能学习？嗯。你抽到了什么吗？卡片。嗯。你嘞？卡片啊，我有 C 有 D。笑屁呀、啊！我就是有没。医生怎么摆摊？你就学个调那个啊，调教啊。然后把一只听话、忠诚度100的宠物在地上按展示，然后就可以了、啊。你就上面写个治疗多少钱啊，不然就锁多少钱啊。通常白伤是100，黄伤200，紫伤400，红伤600。蓝鼠，妙如，你有水蓝鼠了？卡片。哦。可能会有，我这你我，哦，剩300了，哎、欸，我还有3000，你要不要？没有啊，是角色而已。你应该很多钱吧？没什么花钱啊。麻烦。我怎么那么追踪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中了2奖哎、欸！你中了什么？你可以卡片上面按看右键，你就可以看了。猫熊。有猫团团。对的，我要马上换掉。再换出来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看。耶！展示。哎、欸，我展示了耶，宠物嘞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哟呼！你都要打用动作啊？怎么用？你要面对他，他要看你，你要看他，他要看你，你要看他，然后用攻击那些。攻击那些是什么啊？地图左边有个的，点下去。要攻击那些哦，挥手什么的没办法哦。你连击在哪看资料的、啊？我现在看他连击，始终都是2下，伤害越来越高而已。
他这个编辑有改过。故事去哪边学补的技能？士兵去哪学气功弹？啊，等我一下啊、哦！士兵学气功弹吗？来来来来来，跟你讲一下、哦，我给的网上没有啦。我如果跟你们讲说，那个是政府的资料，很多不要拿来跟现在这个服来比较。我是不是有讲过这件事情？因为他都有微调一些东西啊，像小鱼现在连级四，到底说连级四是固定打三下到四下，啊，可是他微调就是二到三下，然后伤害是越来越高啊，对吧、啊？气功弹在这边，竞技场，然后进来的左边，这个就是气功弹。来是，你是说治疗还是急救？护士的急救吗？就都在西医啊，很多很多东西都在西医学。哇靠，这么巧的吗？问谁都不对，会是你咯，会是你咯，这白痴哦，真是最后这个，就这个，这是急救，东医不行吗？不行啊，那 RNPC 就不在东医哦。宠物有取名字吗？没有。我可以剪欸。你不要剪它啦。那你取个名字呗。所以要带无缺血乱色吗？那宠物调教咧？调教在这里啊。调教在这里。这是调教，调教几乎是必学啦，毕竟它还是可以减少宠物技能魔力。小时三十其实还好欸，其实你有可能一小时就三十二十五分，因为那个地方出怪率真的爆高，再加上如果你还有打卡的话，啊，等一下没什么事的话就直接关台，没什么事啊，关台呗。留给你啊，你要继续抽吗？我不要，我累了。啊！我已经抽到一只很可爱的了。啊、又是卡片，最可爱的是水蓝色。我看不到，我就看我这一只最可爱。蓝色的。我知道，刚刚像史莱姆的那一只不是吗？史莱姆？史莱姆？不是啊，没有耳朵的老鼠啊。啊
哦，那我想看一下，一人一帮我抽到吗？你自己抽。我不要。我怎么抽得到啦？之前拜了也是好几万都没抽到过。可以啦，你是复习大大哎、欸。我不是啊。那你是谁？乞丐。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、喔，我们兔窝里面有没有人有遗漏一些东西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好、哦，都没有，算了，这样啦，休息，公厕啦。哇、哦，累死，终于是。爸爸，犹豫耶，我的复式要不要用这只啊，还是另外一只啊？因为法系就是想玩路，如果今天不是法系的话，要。今天不是法系的话，我看这个啦，允许充个角色，就是这只啊，其实这只也很可爱啊，它就只是这只，它攻击会很久，就是它有气无力的，然后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会后摇很大，像如果玩护士，我应该就玩这只。啊，我是不会考虑这一次的，但他很可爱，但他攻击动作就是太多了。他拿什么？拿长枪吧，长枪、刀跟斧头好像会很多下。好啦，再说吧。大家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